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4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本周三四一次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2日上午9时21分至9时25分，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黄国书委员等14人，主席：高金委员素梅。报告事项：一、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业经提报，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报告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选举事项：选举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本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之4规定，本会之召集委员2人，由本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另按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5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登记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主席宣告推选高金黄委员国书为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没有。好，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是邀请科技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首先介绍在场委员，现场有李德伟委员、范云委员、陈秀宝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列席的长官贵宾哦，科技部陈良基部长，政务次长他请假嘛？对，政务次长谢达斌，谢谢。常务次长周佑涵。主任秘书陈忠全、林广宏司长，科技部综合规划司，好，谢谢。前瞻及应用科技司杨秀雅司长，产学及园区业务司邱球慧司长，科教发展及国际合作司楚志鹏司长，自然科学及永续研究发展司林敏聪司长，工程技术研究发展司徐硕宏司长，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司陈宏正司长，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司林明仁司长，科技部主计处黄永传处长，秘书处黄玉清处长，人事处张佩华处长，资讯处薛大勇处长，政风处游国斌处长，法规会詹文旭执行秘书。好，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陈宏宇主任，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王永壮局长，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许茂新局长，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林威成区长，谢谢。国家实验研究院王永和院长，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罗国辉主任，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执行秘书蔡志宏，行政院资通安全处徐嘉玲副处长。好，以上，谢谢。现在请科技部陈部长进行业务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是大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议，良基应邀前来报告，深感荣幸，非常感谢各位委员长期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对科技部诸多施政诸多指教，让本部业务能够顺利推动，在此仅代表科技部表达感谢之意。科研兴国需要长期深耕，因此科技部透过基础深耕、人才培育、创新启动，
这三个面向来提升国家竞争力，并透过策略布局来协助台湾壮大。基础科学研究是创新的根基，储备各行各业面对未知挑战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跟科技，它的成果影响未来整体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跟竞争力，稳定提供充足的基础研究经费是政府的责任。本部积极争取行政院及大院支持，规划基础研究经费每年能够实质稳定成长，以公部门经费做基底，培育高阶研究人才，并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期待能够杠杆产业界的资源，在5到10年内，我们能够拉升基础研究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例到1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是台湾是全世界几乎是国家投入在基础研究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那长期我们当然希望我国能够达到 OECD 国家政府投入研发经费的平均水准，在25%左右。台湾科技产业未来的风险，应该尽力避免落入维持式的创新而不自知。本部透过科发基金，每年支援学界超过16000件基础研究计划，打造国家长期研究能量，鼓励自主性的创新，鼓励研发技术之实际应用。透过不断尝试，从失败和错误中学习精进，储备社会的创新人才，挖掘破坏性创新的机会。那基础科学研究长期深耕，对社会的回馈，其实也非常的丰硕。优异的研发创新，不仅使台湾在全世界创新排名名列前茅，台湾是全世界的4大创新国。那创新能力为持续推动变成社会经济的成长推动力。那台湾的研发人才更是举世推崇。而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参与国际天文合作计划，成功获取史上第一张黑洞清晰影像。那这个影像是透过全世界8个天文团队所获得，台湾贡献了其中的3个科研团队。半导体设计计划，它衍生59件的产学合作案。那半导体产业现在已经是全国获利最高的一个产业。那科技部透过设计计划，每年培育超过700位高阶的研发人才。那针对每年困扰无数家长的肠病毒，科技部在10多年前就推动国产肠病毒疫苗的研发。那今年大家可以推出，防护率可以高达90%。我们也推动精准运动科学研究，作为运动竞技强力的后盾，还有很多的卓越成果都登在全球顶尖的学术期刊。那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由知识与脑力取胜的时代，尖端科研人才的培育更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本部依据未来科研发展趋势，以人才流生态系的思维，针对各阶段科研人才的培育，依照科普扎根、强化学研、创新创业、链接国际等面向来推广。本部透过科普、环岛列车、主题科学日、线上影视平台等诸多多元管道，推动科普计划以及科学传播，深化青年学子对科学的理解。我们也推动博士生的奖学金及职涯发展计划，每年提供奖学金，择优补助具潜力的博士生，以及推动卓越人才提升计划。年轻学者的研究计划已经推行2年，那也成功促使了海外年轻学者现在比较愿意回国来服务。我们延揽人数逐年的提高，那我们也透过像LEAP 这些计划，强化产学研高阶人才的培育及延揽。我们借由邀请国际研究大师来台驻点，举办全球的青年科学营等策略，布局全球人才，将人才能够导入正向的循环。那透过这几个专案，这几年我们从国外来申请国内教职的人数增加将近25%，那甚至我们也成功吸引12位外籍的教师来台任教，也完备了我国科研人才的生态圈。那有了优秀的科研人才，还是要打造优质的科研环境，才能激发出卓越的成果。本部会营造一个完善的科研创新生态系，我们透过像萌芽计划、创新创业激励方案、链接矽谷计划、TTA 及架创等计划，协助科研成果能够商业化，转化尖端技术落实为民众生活具体
可以使用的产品或者服务，其中像驾痛计划，我们已经累积孵化16家新创公司，那合计公司的估值超过40亿。那这16家都是由学校的教授带领学生出来创业，学校的教授是透过科技部累积数十年的技术的成果。那为了基础研究驱动产业技术升级，这样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108年度，我们也促成学员的研发成果收入达6.4亿元，这是历史的新高。我们成功带动科研创新的实践。那本部也设立 TTA， 扮演我国科研创新链结国际的关键枢纽。我们成功吸引了像 Techstar、像 SmartLab 这些国际著名的加速器。那 Techstar。它是国际评比最高等级白金等级的加速器，那它是第一次到亚洲来设点，并向中台湾跟科技部合作来进驻，来协助我们的青年朋友做科技的创业。那本部109年度也将强化推动研究中心的跨领域整合，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人才群聚的效益，我们加速国家优势领域技术的研发跟成果扩散。我们希望在台湾能够打造国际级的顶尖环境，营造一个如同华山论剑似的这样一个科研的环境，创造一个群聚。那本部也将在109年度召开第十一届的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并且在去年已经办理超过25场的全国科技发展策略规划会议，集结国内重要的意见领袖、科研的社群成员、专家学者等重要的策略建言。其中比较重大的外界的意见，包括外面很多专家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有一个属于行政院跨部会参与的科学发展委员会，协助统合产官学研，推动长期科技政策，以及连结政府对科技产业布局擘画等，以强化我国科研创新体系。相关的议题我们都会提到今年的全科会来做讨论。根据世界银行全球风险分析的评估报告，台湾早已被国际的专家定义为全世界复合性灾害最严重的国家。那这些年来，台湾在地震、台风、水灾等灾害的打击不断，那这也造就台湾有一身坚强的灾防科技。那台湾不只是在自然环境如此，我们甚至在经济、政治、社会等等依然，现在连面对病毒的战役似乎也是同样的险峻。这时候能够尊重专业、善用科技力量，以科学方法来解开谜团，并找出最好的对策，可能是台湾这几年长期训练的成果。本部推动补助台湾重要新兴感染症计划，过去10年来共补助了超过100件以上的计划，协助建制超过40个实验室的团队，并在去年底就启动对台湾具威胁性之重要新兴感染症研究4年专案计划。那今年也会把它纳入严重特殊紧急性肺炎，就俗称武汉肺炎的相关研发。感谢大院长期对科技部以及科研团队的支持，让台湾可以以优质的人才和卓越的技术，维持台湾在科技界的全球世界竞争力。那以上报告，恳请委员能够鼎力支持，并敬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谢谢。好，谢谢陈部长的口头报告。好，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出席委员质询8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质询时间为6分钟。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10点30分。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跟各位委员报告，为了配合防疫的需求，我们每位委员发言结束之后的那个麦克风，我们都会请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好，首先请发言登记第一位林奕华委员质询。哎，赵委好，还有各位大家好，麻烦请陈良基部长。好，请陈部长。哎，林委好。部长好，很开心能够继续在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努力哦。一
开始啊，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当然防疫变得很重要哦。那照理来说，其实之前跟科技部的业务的了解，事实上你们应该在这部分也都有所琢磨。但是呢，我最近就用大家都喜欢 Google 嘛 ，Google 一下我就打了科技防疫啊，就没想到跑出来没有一个新闻是跟科技部有关呢。然后呢，另外我也觉得比较纳闷的是说。这次在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里面，听说科技部是没有参加的吗？因为你们今天不会在这，要不然应该在楼上，也没有，因为没有预算。但是有关于我们疫情指挥中心，是不是科技部是不用参加的？因为如果是，我就觉得我会想跟行政院问问看，为什么科技部不用参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现在我们都看到整个疫情，尤其在医院也发生了院内这个所谓的感染的状况。我就想到，像包括说机器人，大家都在讲说机器人，它既然可以在家里做所谓的家事的管家，好，也可以在银行门口服务，那为什么不能在医院里面去做一些送药啦、递餐等等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先请问一下。这一次到底科技防疫，以这次我们疫情来说，科技部其实有做哪些事情，是不是也能够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好，非常谢谢委员的关心，也谢谢委员给这个机会来做说明哦。刚刚我在报告其实也特别提到，就是科技部从 SARS 开始，我们就协助所有医疗的科技做专案的研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开始是找号称就是我们人家尊称为这个冠状病毒之父的赖元绍教授来主持我们的 SARS 的专案。从2003年开始以后，我们每个那个专案是持续不断。那所以这次专案应该经验蛮。丰富的对，所以这次专案小组那个指挥中心专案小组成立的时候，那委员也可以看到，他有一个专家小组的召集人，那就是我们这整个科技部专案的召集人。你说，所以跟委员报告，你说张尚存副校长，所以科技部这边我们的是行政人员，但是我们所有这些科研团队几乎全员都能够参与这整个指挥中心的运作，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是靠专家，所以也就是说，意思说看到张尚存副校长就要等同科技部代表，就是整个我们。专案的当然了，我知道张尚存副校长，当然在很多部分我们有专案都是跟科技部有关。可是我今天要讲的可能不只是这样，就是科技部本身科技防疫，我最一开始还是要先破题。谢谢，我然后跟委员说明，就是说，其实我过年后第一时间回来，我就有跟张教授先联系，说到底现在的医院的状况，那我们需要做任何，所以我们在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就请次长也召开一个专家会议，协调整个。医疗界跟科研界看如何来协助现在指挥中心。那我们其实有定了几个面向，他们比较是在医院医学专业，可我现在讲的是说包括科技防疫、啊、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刚刚讲说最近有化学合成药物出来，是啊，合成了几个团队，对，也全部都是科技部支援的。对，所以这就是我再来要说的，就是说这次我们如果看到整个特别预算里面，但科技部当然是没有相关的预算，我也觉得很可惜，因为事实上是有一笔钱是。在做有关于疫苗、药品，还有就是快筛，那但是总共只有9000万。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呢，科技部其实之前在刚刚就部长提到台湾重要新型感染症的研究，我们已经从99年做到要做112年。那刚刚讲到张善存副校长，应该就其中很多经费是来自于这个专案嘛，没有错吧？第三个他是主持人，那前面两个他是共同主持人。其实前面还有两个案子，啊、一个是 SARS 的专案，一个是禽流感的专案。那我能问一下，长期投入，你觉得9000万够吗？跟委员报告，是不够的。其实差别是这样，就是学术界哦，也跟委员报告，因为在座我们只有范教授在大学教书，其实大学的教授拿的经费哦，因为科技部的经费真的是很少。那我们每个教授的经费大概就是100万。对，没有是说特别预算才编9000万够不够啦？啊，当然不在说你够不够。可是今年我们根本没有编进去，是因为当时院长要求说。在12个月内能够 deliver 这个成果了，才能编进去。是啊，所以我以我们来讲，你是今年两亿。这个不是专案了、啊，这个是固定的公务计划。因为两亿的部分并不是 for 这个专案嘛，因为你是针对所有。
具威胁性的重要及新感染症的研究计划编了2亿，而且然后呢，但是中央这次的特别预算只编了9000万，我刚刚问你，你已经给我答案就是不够，好，所以我现在就要再来，我要说，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包括那次我有特别有部长，但也都跟我们有先做一些讨论，我自己本身很关心，就是有关于大家都需要时间，但现在快筛是大家希望要赶快出来，尤其开始如果有院内感染又有可能，但我们希望不要，对，但是如果说社区感染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现在用裁剪每天2450的这个，所以这个压力其实医护人员的压力是很大，所以快筛的试剂的能够赶快有确定可以有是很重要。那有听到你们也说你们有在做嘛，对不 对, 对，那疫苗跟药品当然都需要时间，那以我就看到，就因为我们去年审预算时候，我们在科技部有一笔钱是给科技汇报跨部会署的计划，好，大概有16亿多，没错吧？对，哎，那个执秘有在吗？来，执秘起来。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呢，我因为我看了一下相关的经费啊。哎，说实在的，我就觉得这个钱在科技部，但是变科技汇报的钱一样了哈，因为都是你们在分配嘛。不是，这是各部。因为是跨部署，我知道，但到提出跟你们申请了，要跟你们申请。那因为我看到里面，其实我若以前的计划的内容看起来，我不是说有些我就没有那么的急迫性。举例来说，像以108年有产业科技创新策略推动计划、科技政策与科技愿景的公民讨论机制的建立及实作等等，像这种，或者前瞻科技总体推展之法治支援计划，类似像这样，我想请问是说，有没有可能在这次？因为刚刚讲9000万是不够的，可是我们现在针对新冠肺炎，不管是快筛，或是疫苗，或是药品，其实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够有所表现。这时候科技部的角色多重要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里面16亿里面框10亿来做这件事，可不可以？执秘，我觉得很合理啊，非常合理哦。10亿投入，我们来支持相关，不管是政府部门，我们国家，包括中研院等等的团队、学校的团队，或是民间，我们来支持，赶快来把这东西做出来，而且做出来对我们在全球的医疗影响力有多大？所以我建议要框列10亿来进行相关的研发。执秘，请说。16亿拿10亿嘛，就今年呢、啊，就今年。防疫优先已经是行政院很清楚的政策。那在这个部分，本来这一笔预算就是开放给相关部会就。我就说本来是这样，但今年状况比较特殊啊。然后因为刚才那个2亿不是做这个嘛，特别预算又9000万不够嘛，所以我要求这事情回去一个礼拜给我们答案。我希望可以框10亿来做相关的研发，所以进到后面，要随着国家队，好，我们希望有个科技国家队。所以呢，部长，我要请问，其实我知道我们做了很多，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们？因为包括现在需要远距教学，可能需要一些发烧的一些测量，对，我知道你们不都有研发吗？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做基础研究，就是希望能够对社会公益造成影响嘛？那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嘛？所以以你现在来讲，到底你能盘点你过去做的基础研究有多少东西是这一次防疫可以用上的？你有没有盘点过？其实你过去补助的一些方案，这一次你有没有盘点过所有可以用在这一次防疫工作上的？有没有？我们其实跟我们报告是可以分4个面向了，一个就是整个防疫，包括监控这些技术。一个是筛选的快筛的这个技术，一个是治疗，还有就是疫苗，所以这4个面向，我们在专家会议其实大家都有研商说怎么去组合，让面对配合说这一波的疫情做考量。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次长的召开会议里面，专家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有一些
些是刚刚报告的，已经有团队的计划，我们会把它统整进来。对，我就是说，你请你盘点一下你过去学者研究的部分。像我知道，听说你们有什么的贴片啦、啊、手环一大堆，你们这些或远距教学这些，请你盘点这次有可能我们在防疫上可以用上的过去的研究，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统整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当然都希望这次可以用上啊。可以啊，我们来把，因为这范围其实很广，比如说手环的部分，对嘛，有很多嘛。手环部分，因为这一次卫福部其实使用还是用手机，不是用手环啊。那我们有几个不同solution，好，那所以这部分到底框多少的范围，我想我们就请到时候请谢次透过那个专家会议，大家一起来说哪些是算在里面，因为要看这个范围，比如说。居家隔离的，你也可以是把所有 GPS 定位技术都算进来。是啊，所以你这边科技部的角色很重要啊。我们有啊，所以我们在专家小组会议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就是透过专家给我们指挥官说我们现在的科技的状况来配合。好，我就希望说你们研发的东西就是这次要用上，那至于有哪些也麻烦让我们所有的委员可以了解一下。好，再用书面补充给我们，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奕华委员。好，接下来请万美玲委员。好，请主席有请我们的部长。好，请陈部长。来，万委员早。好，部长谢谢。这是我第一次咨询科技部，来跟您就教啊。那我想刚才我们在这阵子最关心的还是防疫的问题。那防疫的问题一定是全国动起来，我相信科技部也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辅助角色，这点您认为对吗？对，没有错，就是所有这些对病毒的知识，就是长期我们累积下来的。好，那虽然我们看到在这次特别预算当中，其实您能所得到的这个预算数其实非常的少，但是呢，我知道其实为了这个防范新冠的肺炎，那我本席了解，你好像也成立了五个 LINE 的一个群组，对不对？对。那这五个 LINE 的群组分别是抗原及蛋白质产制，然后这个抗体的产制，对，药物的一个筛选，然后动物模型和疫苗，以及法律、智慧、财产，还有社会经济的评估，是吗？对，好，那在这五个当中，你的比重是怎么分配？其实现在第一个先跟委员说明，那谢谢委员很了解这个部分。我们当时采用专家的建议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不同专家看有没有意向，所以那比较像是 open science 的做法。那大家知道说各团队的进展，这样可以不用重复，然后大家集中来做。那以比重其实要看疫情现在的进展哦，比如说现在如果真的到没有办法消灭，你疫苗就会变成是将来最重要的事情。好，很好。所以看不同的阶段。我想你也提到就是疫苗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本席十分肯定，在整个这个防疫的团队当中，其实我们科技部也有发挥了一个重要的辅助的一个角色。那但是呢，我想要特别再问您哦，在这个所谓的药物筛选的部分，其实大家都是很关心，在新冠肺炎用药，在这个瑞德西韦的这个研发，那这个进度，那你能不能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对，跟委员说明，就是说，因为研发真的要长时间。你看，像 WHO 都讲说，可能疫苗还是要16-18个月才有办法出来，因为它经过所有的动物病理毒理分析这些。所以那时候我们科研团队在考量也是说，疫苗很重要，但是现阶段 H 快筛可能更重要。所以就是不同阶段，我们让这个团队的微艇去做调整。那委员刚刚说明，就是说，我目前其实也有看全世界这个科学大家的进展，有些团队他尝试用。旧药新用，那像治疗现在就是发挥比较大的功能，那疫苗也是类似。对不起啊，我想快筛当然是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既然我们有在做疫苗的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研发，那我觉得我们不能认为说在国外可能它有很多自然难行的地方，有很多研究上的困难，我们既然已经做了，那我认为说是不是应该我们也要有一个期程，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药物到底进度可以到哪里，那我们整个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一些药物的试验，那什么时候也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喜讯可以告诉我们，可以投入正式的生产，那甚至于就可以正式的这个药用就可以开始使用。我觉得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如果只是要找到那个方向，其实我们 AI 团队已经都找出来了。但是问题在于说，第一个我们病毒。
必须在 P3 这个实验室去做，所以现在很多的隔离并没有办法直接做这个尝试。嗯，那我跟委员说明，就是说，其实科研真的现在我们在预估是一年半才有办法说第一个产品可以，不是产品，应该说那个药可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的时程也没办法抓得这么快。大家还是现在去看这个，尤其最近我们也知道说那个病毒株还在变异中，嗯，所以呢这个造成说你将来这个疫苗你没办法对有办法对接，还是要科学的研究要完整，然后它的毒理跟病理这些分析还是要出来，所以这个就跟刚才跟委员一直在报告说，这些基础研究真的是没办法那么快，我要合成一个合成物是很快，嗯，像最近我们几个化工跟化学的团队都几天就可以合成出来，可是那只是秀那个材料，真正要做到药，其实还是要漫长的时间。那当然，但是我希望啦，其实现在我们在第一线，或者是我们有分阶段在防疫不同的这个工作，那我们科技部虽然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可是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功能。那我觉得在这个研发也好，在你现在成立的这五个群组上面也好，那我希望不是说我们只是好像有一个形式在那里，而是每一个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那每一个我们现在在研究的案子都可以发挥一个实际的功能，对，好不好？ 我会请他们就说那个时程如果可以出有可以出来的，能够早点出来。好，那我们那个专案也跟我们报告，那专案我们是四年一期，每一期还是会看说，这一期依照当时的状况能够有一些 milestone 出来。好，谢谢部长。那我想除了防疫之外，本席在这里还是要跟你讨论一个在过去我一直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说根据统计，我们在107学年度我们的硕博士总共就读的人数有达到196259人，然后呢这个比起99年度有219178人足足有少了23000人，这个现象部长知道吗？是，而且这个比例这个减少的比例其实高达了这个 10.5%， 那本席觉得这个比例其实是很大的，那其中又以博士生这个减少的比例是最多的，那如果相较于99学年度大概有减少了6011个人那这个整个减少的比例竟然高达了17.6%，那我想这个现象又可以再反映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事实上出国深造继续念书的人数在107年我们其实还有达到了41000多人所以这代表并不是大家要放弃去念博士这件事情，而是说还有很多人选择了出国去念书我认为本席认为啦，就是说这个现象是不是可以 会不会反映出来有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是我们台湾的高等教育现在给大部分的人的信任度已经不足以信任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高等教育上面不符合我们的业界的需求，那这个产学脱钩的情况之下，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继续去做深造，那么在这个精英这个教育跟这个培育我觉得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断层，那不晓得部长你了解这个情况那又怎么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谢谢委员看到这个关键的问题那其实我在这边快三年左右，每次都要提这个人才是所有的关键。那这个人才的趋势，它当然不是一天造成，所以这几年来，科技部也谢谢大安这边的支持。那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学人才是往高处走啦，那他一定看到愿景，他一定会往高处。所以刚刚委员看到说为什么学生留学的并没有减少，因为他看到很多机会在各地。那相对台湾也要让他看到机会。部长，如果按照您这样的回答，也就是说，你认为机会都在世界各地？没有，我跟委员报告是说，我们三年前就看到，所以这三年来其实已经慢慢在扭转这个趋势。也就是说，包括今年，我刚刚报告也说，去年开始我们推动博士生的奖学金的方案。嗯，那其实，在校园里面是鼓励很多人。对不起您这个关于所谓的补助培育优秀博士生的奖学金的办法那你现在的做法上面是不是每个月你会提供大概4万元的补助？ 对。然后呢，这个补助的期限是4年，还是说4年不等？没有4年。4年好，但是呢，在107学年度，博士生将近有28000多人，但是呢，你整个核定下去的名额有多少？但是在校了，就是说现在所有在校的博士生28000，对，满一年大概是将近4000人，三千毕业如果来算的话是3500人。那你在毕业生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择优抓大概300人，你给了多少名额？核定了多少名额？300，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300真的太少，
真的太少。对，所以我想、这个、这个也要要请大汉支持，因为我没有机会有这个要做。这一题哦非常的重要，攸关台湾未来人才的一个培养。所以我想，不管是经费的增加，我们筛选机制将来要能够更宽松，然后缔造更好的一个环境给他们，你才有办法的人才留在这个地方培养。这个要请委员多多支持，我们确实是很希望这样做，但是说也跟委员报告，我们每年300，那因为4年加起来就是1200人，1200人一年大概就是48万嘛，哈、所以这个经费其实是蛮大的经费，那这个也要行政院跟大院支持，我们才有办法做。其实部长，这个经费啊，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多。我觉得培育人才这个经费，教育是最值得投资的。何况他是精英。那如果说我们的人才其实都到国外去念书了，我想哦，其实部长你可以去研究一个人数的比例，因为本席这里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哦。就说今天出国去念书，真正能够回国来服务的有多少？会不会有很大比例其实他就在地，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去贡献他的所学了？对，那对台湾来讲，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人才流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动摇国本。那所以其实科技部在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经费其实是不足不够的。对，所以我想部长在这个部分哦，我觉得科技部应该能够再加强，让我们在这个硕博士生啊，他是有这个意愿能够在台湾愿意去深造，愿意去做研究，那甚至于他愿意来这个地方，然后为我们将来可以多做贡献，而不是说大家都选择要去出国念书，然后我们普遍都认为机会在世界各地，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观念，那这还得了，对不对？所以用什么方式让将来产学可以合一，用什么方式让这些学生觉得在台湾念书的未来是有希望，科技部这个要想个办法，不是只有着眼在钱，说钱太少，只有一味的给钱，没有创造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嘛。所以部长是不是应该去思考一下这个方向啊？是，跟委员报告，我刚才已经说明，这3年来我几乎所有的力气都花在这上头，所以刚刚也跟委员报告说，这3年来我们大家都常讲说没有人要回来，可是你看这1-2年的杂志跟报道，你看到多少年轻人是透过科技部的计划把它找回来，所以这些慢慢会变成一个效应，我们也要这个请委员能够持续支持，让我们这个好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谢谢，谢谢。好，谢谢万委员。好，接下来请赖品妤委员质询。麻烦主席，请陈部长接受质询。好，请陈部长。赖委员早。嘿，陈部长早。很高兴第一次质询，就是质询科技部。是但是因为我想现在防疫真的在台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所以不好意思，我不免俗的还是要从我们防疫开始说。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在看嘛，就是说我们科技部现在跟中研院其实有做一些防疫的合作，那包含抗原或抗体的产制，或是药物的筛选，或是说动物模型和医疗，或是说制裁，或是说社会经济评估的部分。那当然科研是科技部的专业，那这次防疫中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但是我觉得这次的防疫我看到的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好，那就是说我不知道部长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这次的疫情还有一部分没有补上。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像韩国，我们都知道说韩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有蛮大的比例是由几个财阀掌握，那由于因为他们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是非常的严重，这个我想有在关注新闻的人都知道，那其中呢有几个大财团，就是三星、现代、LG， 其实都有发生说现场的第一线人员确诊，那导致说部分的厂房停工。那其实这三大财团，其实在韩国的经济产值里面大概占了1/4。那部长知道说现在以韩国的情况来说的话，这样子的停工对韩国的经济的影响大概有多少？部长知道吗？跟委员报告，其实经济面我想还是经济部比较熟了哈。那我就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科技部因为有科学园区，我们对科技产业当然非常关心，所以我们过年一回来上班，其实我们的科学园区都已经成立应变小组，那我是要求副局长要亲自去领亲，我们协助这些科技产业做这一波的防疫。那目前也跟委员报告，其实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这一波，我们从一开始的动作大家都有那个 SARS 的经验了，所以其实各产业目前
年我们三个园区的回报，我们所有这些台湾的产业对防疫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扎实，都没有发生任何的状况，所以他们目前的整个生产的情形，就我们园区这边的了解是完全都非常正常。是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我调了几个数据啦，那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我们三个科学园区的产值大概一年大概是2.4兆嘛，然后占了台湾总产值大概1%多，总产值是8兆，对，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像我刚讲的，就是说这三个科学园区的从业人员其实非常的多，光是这三个大的就已经有28万人，那更不用说就是除了每天进出的员工以外，他们可能会有外国的客户和厂商，这样子人员来来去去，所以我认为是说，其实我觉得整个科学园区跟我们的闹区，就是其实它整个状况并不会亚于我们的闹区啦，不会亚于我们繁华的商业区。那后来在这之前咨询之前，其实我有请助理大概去看一下，就是说目前园区到底是怎么防疫。那我发现看到的一个状况是说，其实目前园区的防疫，虽然刚才部长说有应变小组，但我感觉我看到的资料上面好像都还是一些比较基础的防疫方式。那可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基本上我们这三大科学园区其实就占了台湾的产值，大概部长也讲了，大概1.5%。所以我认为，既然在这么他们占的产值这么重的状况下，然后再对比说他们目前的防疫措施，其实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还是不够。那而且您刚说有应变小组，但是听起来好像也没有跟卫福部有妥善的连结。那是不是有可能能够请科技部这边跟卫福部有进一步的连结，然后再去讨论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去加强园区的防疫这个部分？是，谢谢委员关切。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这些现在的防疫措施，就是配合指挥中心所有的这些动态的调整。所以跟委员报告，各园区的厂商目前的做法就是符合整个指挥中心的要求。那包括对人员，尤其人员每天的动态不一样，包括不同区域，所以园区我们应变小组就把这些信息定时的跟厂商去确认。而且厂商是现在是要求每天要回报他的状况，所以刚刚委员提的这些科技部的园区管理局其实早就已经都非常小心在处理，就是跟委员报告说，因为 SARS 当时大家都吓怕了，所以其实大家的防疫是紧跟着指挥中心的步调，完全的同步，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这边也请委员能够放心，就是我目前高科技目前的整个防疫的情形，在我们政府在协助底下，目前我们知道他回报的情形都相当的良好。我们也有非常少数因为状况被隔离，那整个这个关怀都做了相当的完整，我们都是配合指挥中心所有这些措施啊，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目前看起来我们是跟指挥中心所有这些措施里面做了相当的完备，所以科学园区比较不用担心说目前有这些状况。那他们甚至厂商自己对人员管理的动线现在都有比较紧密的要求跟消毒的部分，所以这边我们还是会请管理局每天会照现在的步调去做动态的盯紧这样。好，那我想应该这样讲，因为部长以部长的意思来说，就是觉得说目前的管理是 OK 的，但是就像我刚讲的，我觉得目前我手边或是说这个社会能够看到的资料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那是不是可能因为刚部长讲的其实没有很细嘛，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可以把应变小组现在的应变的作为整理让委员参考，不过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指挥中心现在几乎每天是动态的，所以我们是跟他也动态，所以给委员的资料可能如果有新的，我们就是每天一定会 update 了。好，那因为我想疫情当然会过去，但是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防疫，所以说我自己也很关心这件事情。那可能就是说因为听起来说这些都是既有的资料，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这个礼拜内要麻烦卫福部这边提供我一份相关的资料？对，我们就把应变小组现在的作为以及跟卫福部连结这部分就提供给委员办公室这边参考，谢谢。好，那就先这样做。那第二个是说因为我有看你们的报告嘛，那其实之前部长在接受远见的专访，我有看到那部长曾经表示说强调未来不再需要再用爱国心把跟亲情公事把人拐回来，就是关于人才回流的部分。那但是因为其实昨天部长来我们这边，我们有稍微聊一下嘛，那我就说我身边其实还蛮多研究人员，那其实
大家好像普遍还是会觉得说，目前台湾的待遇还是跟不上很多国家。那因为既然部长自己在受访的时候有讲过这件事情，那我也要请问，就是说，那科技部预计在几年内可以做到，就是你说的这个 promise？跟我们报告，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人员的薪资其实来自包括教授薪资来自教育部了、嗯，所以科技部这边跟教育部协调的方式，就是我们择优给比较优秀的这些研究的教授，给他做加级，做弹性薪资。那我们几个做法，一个是像刚刚也提到说报告的时候我也提年轻学者计划，我们就是每年择80位比较优秀的年轻学者，给他比较长期的资源跟薪资的提升。那目前评估就是说，以年轻学者如果刚毕业回来台湾，目前透过科技部这个补助的计划，他的薪资可以跟国外几乎是接近。那另外一个就是研究环境也要跟上来，所以这两个同步，一个就是薪资让他觉得在这里不会很吃亏啊，那一个是他在这里觉得未来发展愿景也能够做到。那这两个是科技部很努力在想办法去，所以刚才报告说这几年来我们从国外回来愿意回来应征国内教职的人数每年都成长，那统计这三年来已经成长 25%， 而且我们这两三年来顺利能够邀到12位外国籍的这些教这些学者能够愿意到台湾来任教，所以这个还是要长期让人家觉得说我来台湾真的可以长期发展。那这个就是要大力支持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研究计划能够给他，他才有办法在这里发展下去啊。是因为我也知道说科技部这几年其实有提出了蛮多的计划，可是因为既然刚部长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薪资的部分嘛，那我这里手边有个数据，就是说目前台湾硕博士的失业率大概是3%，约13000人，而且博士后研究员的待遇跟日本啊跟德国相比其实真的差很多。因为我看了一下平均我们大概是6万，但是像我刚提的日本啊德国大概是12万，有着不小的落差。而且在我身边的这些研究的从业人员，其实大家身边都有流传一句话，就是说，他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玩笑，就是说，你不要第一份工作就到海外工作哦，因为同样的一份工作，你就只能选择待遇佳或回家。就是他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表示说，台湾的待遇目前还是远远的追不上国外。那我刚才也举了例子说，直接是。老实说直接就几乎是1/2。那在这个部分科技部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方式可以去让我们国内比如说博士后研究员的待遇能够去追上其他的国家呢？是跟我们说明，就是说刚刚教授的部分，因为透过那个年轻学者我们可以拉倍一倍，所以就刚好跟国外差不多。研究学者就要看计划，因为我们是给计划以后由这个计划主持人去聘这个专业的研究人员。那应该是前年我们已经开放，就是博士级研究人员的薪资，这个主持人可以自己依照他的专业的情况去做调整，没有这个上限的存在。所以现在其实有不少的真正优秀的这些博士级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他的薪资是可以等同他在国外的这个待遇。所以我们没办法全部啦，因为全部还是要回到整个结构性。那科技部现在就努力把一些好的团队他的这种人员优秀人才的部分能够留下来，所以弹性薪资也没办法全部，我们就是这种部分择优来做这个加级，所以比较优秀的目前其实确实是可以留下来的。但是就全部可能要跟其他部位一起来努力。好，我想时间也用完，但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跟部长指教。是是，我想是不是就请我的助理整理一下相关的问题。随时有任何问题。对对对，然后再麻烦科技部这边一起回应。是是。好，那我就谢谢。先讲，谢谢。好，谢谢赖委员，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请陈部长。哎，李委员长。部长，我想啊，今天是德维第一次的来质询我们科技部相关的业务啊。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大家都非常关心防疫。不过我在这个部分，我第一个问题啊，是想要请教一下部长，有关于全国科技
全国科学技术会议的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想其实在过去的报章媒体里面也都报道了，就是说因为这是四年一次非常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会议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部长当时有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要能够尽早来做一个召开，那当然第十届的是以智慧、低碳、健康跟永续为主题，那我这边想要请教部长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计划准备什么时候来召开这个第十一届的会议？目前当然整个时程我们还是必须报行政院，所以包括主题这个还是要跟行政院做最后的确认，所以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告也是这样子，就是原则上我们在25次的这个会前会议有收集各领域专家那全国大家社群的意见都已经有了，是那包括说大家建议的一些题材，那现在就是等着说到行政院核定的时候我们会正式，原则上我们会到年底，议题也是在一起，对对对，到时候再来跟所有的跟社会大众来分享，对，没有错。好，了解。那我想要请教，因为当然其实在四年前的科技会议的时候啊，那个张通谋先生我想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些指教，就认为这个会议当然对于产业界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方向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会言也许学者的部分啊偏多，那政府的意见偏多，对于产业界对于民间来讲就是说他在这个部分的意见比较少被纳入，在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可以请部长来说明一下我们这次怎么样来做一个改善？是，非常谢谢委员关切，委员也看到这个关键点，就是上一次刚好我就坐在张忠谋董事长旁边，所以他在发言那个之前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告诉我这个在座哪一个是产业界的人，那所以我们也非常记起产业界对政府所有这些政策的期待，在会前会我们在分区的时候就特别把不同领域的这些产业的专家都找进来，看到说产业对政府的期待，对政府科技政策的想要的是什么，那包括说我们所有会前会像第一次的研究会议的时候几乎80%以上都是产业界的人士，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破除以前这个张董事长在批评了说只是政府官员在分这个经费没有管到产业科技的发展的需求，那我们这次一定会把这个项目把它拉进来。好，这个部分真的要特别拜托部长啊。那当然，我想这个全国科技会议它直接影响到未来四年将近5000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技的预算分配，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会议今年的召开一定要能够非常的成功，而且能够符合各界的一个需求。那当然，对于台湾中华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方向，这个部分当然有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要拜托科长拜托部长多费心啊。第二部分啊，我想当然我还是要谈一下我们科技的预算，在这个部分里面啊，刚刚义华委员在质询的时候啊，部长也自己讲说我们科技部的预算非常少，那我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我们今年科技部的预算啊，其实只有388.1亿元，我不知道这个数字，请教部长是正确的吗？对，因为刚刚在报告也提到说，科技部是支援所有这些大专院校教授的主要的来源。是，所以我们全国有45000位教授。是，那你这样一除的话，就知道说每一个教授能够拿到的研究经费，大概100万都不到。所以相对就是，如果每一个教授，所以在这边当然我不好意思打断部长，因为我们看105年跟106年啊，是436亿跟477亿啊，那当然107年跟108年又稍少。所以是不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当然请科技部啊，我们真的认为科技是兴国不是科技立国，那科技是兴国，所以整个中华民国整个台湾未来的发展，科技真的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没有错。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拜托部长跟我们科技部的同仁啊，在这个预算的部分啊，是不是我们再可以来多一些来在这个部分来多加强一下。对，这个要请委员多帮忙。委员也可以看到，我是106年接，所以当年度我接的第一年，其实经费是最少的一年。我当时也跟行政院报告说，我接任科技部是科技部对学界贡献10年来最低的一年。
那行政也听到，所以这两年经费慢慢的提升。是。那我刚刚在口头报告也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给大专教授这些真正做长期研究的团队的资源，在整个政府在分经费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人特别去为他们考虑到，我觉得才会让这个经费变成不只是没有持平，还是一直被各个这个比较及时性挤压到。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说我想要请教，因为这预算缩减，您觉得对于科技部的业务的执行的冲击跟影响？科技部最主要关切还是说，因为我们这个300多亿里头有将近280亿是给所有这些大专院校的老师嘛，所以我上次也在立法院报告说，立法院只要3-1亿的经费，那每一个教授的经费差不多100万而已，所以就影响到100个教授的计划就没有了。是。那剩个10亿的话，我们就1000位教授拿不到计划。所以科技部的业务其实很单纯，就是我们希望为国家培育长期各行各业的科研的人才，来作为国家未来面对挑战使用。那如果说这些教授没有计划可以执行科研计划，他其实他没有能力带学生，那我们训练的学生其实没有这集战力，可以在将离开校园的时候马上可以有一些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变成长期性的问题，短期看不到，但长期就是一个大问题。当然在这个部分啊，当然德伟也要特别来提醒啊，就是说我们对于科技预算的分配的里面啊，当然我在想布朗从台大出来，当然教育非常优秀的人才啊，所以当然基础科学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呼吁，除了基础科学的部分，那对于会不会影响到一些产业界的预算的这一些经费，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是跟经济部的科专的经费是有一些相关联系的。那我想其实部长也是我们行政院科技汇报的副召集人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是要拜托部长怎么样来把我们基础科学的预算部分跟我们所谓的业界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平衡，来做一个那个，所以要请部长跟科技部的同仁啊，要多来费心。那最后一个部分，我想因为我时间真的已经比较少，我在想还是我们来谈一下就是人才培育跟延揽的部分啊。那我知道科技部在106年开始有那个 LIFT 的那个这一个专案啊，这个部分，那请问部长啊，因为106年到108年，我这边看到的资料是有131位学员返国啊，但是好像只有63位选择继续留在台湾。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些学者专家他不能够留在台湾的主要原因，然后我们未来怎么样改善？是，谢谢委员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我刚刚在报告也提到说，3年前我进来第一个看到也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 LIFT 专案也是3年前我们想尽办法想要来协助。那对人才，我强调人才流是说，我们主要培养好的，然后到业界出入也顺畅，那才有一些人愿意再回来继续深造，然后这样滚动。那 LIFT 当时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在国外访视我们一些留学生的时候，是听到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热情的想要说他学成要回国来帮忙，可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离开国家一段时间，他也不知道回来要去找谁，那甚至学校他就一直问说，我是不是要认识系主任才可以申请？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中间是有隔阂。那 LIFT 当时那个方案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创造一个机制，让想要回来的这些留学生们，他有机会回来国内去对接国内需要聘的人力，是所以这个是透过这个方式。那当然还有一块就是说，那你就算对接了，那国外要不要回来，可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刚刚在回答万委员，那你薪资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考量。因为当然这个部分，我当然也许跟布朗打个岔，我昨天到金门去，那金门有非常好的预算给医生，但金门就反映说，好的医生在金门留不住，所以当然他们也在想方设法做很多的改变。那我讲这个东西的意思，其实是对我当然认为，就是说除了经费以外，除了所谓的薪水以外，但是其实对于这些人才，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诱因，或者那我们科技部在这个部分怎么样来做一些重要的协调，让大家觉得有发展。因为当然，我想包含张忠谋先生当年，他也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相信跟他在美国的薪水，跟他在美国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当然本席也希望我们科技部也好，当然配合教育部，我们大家来努力，给这些高级的、这些尖端的科技的人才，能够为台湾、为中华民国做一些事情的人，我们怎么样来
给大家多一点的资源，要让台湾能够更好。是，谢谢委员这个提醒，这个非常好。其实我在报告也提到说，我们将来要做，就是希望创造一个人才群聚的这个效益，因为好的人才他还是愿意跟优秀人才在一起砥砺，所以如何创造各校的群聚，所以我们前几年就开始推动一个卓越研究中心的计划，就是这样。希望说卓越人才，他有一个大师，那他旁边就一定会围一群人跟他在一起，所以透过这个方式，那科技部现在已经有将近20个卓越研究中心在各大学里面，那我们希望说慢慢长期那个深耕，因为现在才执行了2年多嘛，那我们慢慢看到这个效果，有一些优秀人才愿意回来，所以如何聚集让这些人觉得来台湾他是优秀人才的华山论剑，那这时候他优秀人就会觉得说，哎，他们要继续发展，他应该回来跟台湾这一批人一起的砥砺，这个环境我们也在营造中。是，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李委员。接下来请吴立华委员。好，有请陈部长。吴委员好。部长您好，我也是很高兴，第一次咨询可以碰到部长。想要跟部长请教。应该您大概也知道我想请教什么问题。在2月11号的时候，也就是大家全民都在防疫抗疫，就是避免人潮聚集的时候，在台东有很多的人聚集，为的是想要来看我们台湾自己制造、自己发射这一枚火箭的发射，部长您知道这事吧？是，也谢谢委员那天有去委员那边特别做说明。那部长，我是想要跟您说，这件事造成我们部落很大的困扰，非常的困扰，不单单是部落内部的人受到很多的质疑，外部呢也有很多的责难，就是针对这个部落的居民，所以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困扰。那部长可以说说看，这样的一个困扰，您会觉得应该要怎么样解决？是，我想因为这个是一家民间的公司，他私自就透过这个找地然后去做这样的行为，事实上科技部并不支持这个任何人去做一个非法的事情，因为台东县政府也认定那个土地使用是有问题。那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当时在1月左右这家公司询问到科技部请求支援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希望了解说，虽然这个产业发展不是科技部管辖，但是因为它的新科技，科技部还是产业民间需要支援，我们当然政府要做协助，所以当时也找来了解说怎么样协助他。那时候也给他的建议就是，第一个还是要合法去做，第二个在执行上如果一些比较特殊的形态需要政府支援，政府当然会来想办法。也就是说，如果行政院政策决定说，火箭的发射台湾需要有相当的政策支持，那我们跟行政院在研商的时候也说，那因为它安全规范事实上是相当的严谨啊。我也记得我到美国去看火箭发射的时候，我们那个观测台离那个发射点是10公里左右，所以那个安全的间距是整个安全的监控。那火箭发射出去以后，你对这个火箭的搜索跟追踪是要靠雷达，不是靠眼睛去看，所以相当的一些设施，如果真的政府觉得这方面民间有困难，也觉得要该支持的时候，我是建议说应该还是由国家来建置一个国家的发射基地。那你民间用的时候，像美国现在大家看到很多民间的发射，它其实也是租用政府的发射基地，那可以说啊，我这段时间政府把整个安全规范做出来。好，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第一个还是要合法啦，我们当然很乐意看到说产业有一些新的发展，而且那个科技也是透过15年前科技部做了10次的探空火箭累积的经验，所以当然我们也乐于看到说啊，它可以发展。可是我们其实是真的不乐见说啊，民间去做一些非法，甚至影响到原住民区域了。谢谢部长，我想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算是一个正式的说法，我们大家也都听到。那我就您刚才所提的，我就继续的来请教您几个问题。所以太空科技发展会是我们科技部一个重要的发展项目吗？
应该这样说，总统已经宣示说这个太空科技台湾不缺席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只有科技部，其他部会大家一起要来做协助。那科技部以往因为我们执行太空计划，包括去年开始执行太空三期，我们其实对整个太空的产业也有一些想法跟规划，所以部长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重要的产业。那我其实是蛮欣赏您提到的科技施政理念，您要不要自己说说看您那四大理念科技施政的理念？我部长那个谁讲的是哪个部分？探索。哦，是是，对，它基本上就是科技，它是从探索开始，对。那探索你了解有希望，就要做 develop， 就发展，继续把它深化。那接下来你就要做扩展的功能，把它推广到民间去。所以你的民间就要做商业化。商业化好，那我就要请教您，请问每一个国家都很适合作为火箭发射场域吗？都找得到吗？我个人是觉得不一定啦，不见得每一个国家。所以我在提那科技政策，我有特别提一个说，台湾是一个小国家，我们还是要有小国大战略嘛，你要做比较集中式去考量。那我们开始有做这个探究吗？那我们在太空的部分跟委员报告，当时在太空三期的时候，我们跟行政院也行政核定的计划，我们当时锁定是结合台湾优势的产业。好，也就是说台湾比较优势是本来这些自动性电子，我们所有的整合是做得很好，所以当时说我们利用这个卫星的发射，把这些零组件经过飞行的这个验证以后，它可以扩张到这个各行各业去。我只想知道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太空科技，我觉得我们是有那个条件，就是说现在的卫星上头，所有这个组件很多都是台湾已经可以做的。现在全世界我们的上空都有密布的卫星，对啊，很多都是台湾的产品，所以那个是没有问题。对，所以我们每天日常使用的这些，我们看卫星电视、手机等等，其实未来也都有需要仰赖这些东西，对不对？对。好，那我想我们其实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台湾得天独厚，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有深水港。对，那我们很幸运，所以我们可以发展航运。那我想科技部主导的，您刚才的报告也提到是人才跟技术的培养跟培育。对，那我想部长您很重视人工智慧 AI， 对不对？应该是说对新科技，科技部都非常重视了。那投入的预算多吗？人工智慧已经是三年前推的专案哈，当时推的专案，那时候是透过专案申请，我们每年在研究计划投入将近。所以我知道的是，科技部跟科技有关的这些条例，应该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因为日新月异，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对，所以我很高兴的就是我有查阅到，就是自驾车是我们 AI 技术它的一个项目，对不对？对对。那我也看到，因为有很多的地方都把它视为一个有商机的产业，所以的各县市政府也都想推动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条例显然没有办法负荷。因此我也看到说，在我们的立法院107年有委员提案，四月提案，九月院版也就提出自行的版本，当年的11月年底就三读通过，让这一些自驾车能够有一个无人载具的创新开发条例来运用，我觉得非常好。是，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今天火箭要不要发射，找到我们偏乡，找到我们原住民地区，环境影响评估现在国人都知道，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部落自伤条例，很可悲很可惜，显然我们的国内所有的国人都还不清楚了解到，我们原住民地区必须要行使部落自伤同意，行使一个尊敬的一个礼貌的动作。所以我非常希望说我下一次我可能会希望看到我们在这一个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始去重视，如果认为它不安全，我们就要有法可管。那我希望，我很欣赏您说的一句话，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把法规做好。
那这样也符合你的世纪科技理念。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有一个太空事业的什么办法，我希望我们可以赶快催生出来。也许主管机关未来是经济部交通部，我不知道，但是还没有生父生母不详的时候，我想科技部就是奶妈奶娘，那就有义务要来催生这样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合作努力好不好？是是，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吴立华委员。好，我们现在请黄国书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好，有请陈部长。赵委好，部长好。这一次台湾的防疫工作，我想 不止国人肯定了，连国际都非常推崇哈。是，当然科技部过去有一些基础的科研的研究，当然在这一次的防疫在生技的部分，事实上也有一些奉献了哈。但我想科技部在整个防疫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也不是没事哦。哦，是啊，事情非常重要啊，哦，包括园区的防疫，我们有三大科学园区，这个完全是影响了台湾整体的经济命脉啊！我们不容许在这一次的肺炎的疫情会造成园区的社区感染，那不得了。对，这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所以科技部可不可能在园区的防疫有一些比较更积极的作为？当然，你们现在引用的是劳动部颁定的职业安全卫生防护指引。这个东西我们都按照那个准则来做啊，我想可不可能有更严谨的防护的准则，就针对园区，因为它群聚嘛，那它的产业各个产业有不同的作业的形态嘛，所以我觉得科技部你们可能要去审慎的再去评估，是不是就各个园区里头各个产业的形态，我们去评估去设计一个更严谨的防疫的作业准则，可不可能？因为这一次跟我们大概过去 SARS 有经验嘛，那这一次我看是比 SARS 的扩张还要迅速啊，哦。那教育部有哦，教育部说班上如果有一例的话确诊，该班就停课；全校两例的话，全校就停课。这个是教育部他们自己评估的啊，哦。那我们科技部要不要针对园区？我们为了要防止园区的大规模扩散，如果有更严谨的防疫的措施，如果发生有确诊的，我们是不是那一个厂房可以评估是不是应该要有停工？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准备？部长，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是，谢谢委员。第一个就是我们所遵照的这个防疫的措施是以那个现在的指挥中心的防疫的标准，并不是只有劳动部啊，所以跟委员说明。好，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谢谢委员关心，其实我们一开始最先成立应变小组就是园区管理局，因为葛督让委员讲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要求园区现在都有一个单一窗口，那刚才也报告每天都要求厂商必须有一个回报的平台，那我们也要求厂商要防治的这个计划，包括刚刚委员提的，可能他们异地办公类似这样的机制都会出来。好，我想科技部你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个礼拜以内提出相关的一个规范出来？应该可以啦。哦，那再来，这次也是我们的机会啦。MIT 制造了哦 ，MIT 制造我们苹果电脑的很多新的产品，在最近都会转单到台湾来，这个是我们的新的机会。我想希望科技部也去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情势。好不好？好，再来，这个科技防疫的国家队，最近我们看到经济部啊，口罩产量单日400万变成1000万，最近已经突破1000多万了哈。我们整合了台湾最杰出的精密机械的业者，非常多在中部啊组成了，我们马上迅速的增加这个产量，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口罩的生产国了啊。健保署它3天可以生出口罩实名制的系统，啊，唐凤政委，他也设计了促成这个口罩地图，让很多的民众他可以运用这一个系统，他可以很便利的在他就近的药局取得买的这个口罩啊。然后我们还有
非常多的科技上的成就啊。国务院呢、啊、也合成德瑞瑞德西韦啊，陆义锦他有新药 AI 搜寻技术。那我们这么多的科技防疫的国家队，在这一段时间都有很重大的贡献。那我想要了解，那科技部的角色呢？啊、哦，我给你看哈、哦，他日本就很推崇唐凤啊。你看唐凤，他说是台湾的天才 IT 的大臣，非常推崇日本。连我们行政院院长啊的那个图卡哈、哦，那我们只有一粒卡层。都上了日本的新闻了啊，日本也把它翻译了啊。这个都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台湾这一个科技防疫的国家队做出来的成就，不止国人肯定，连国际都赞誉。那科技部呢？科技部的角色呢？科技部到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我觉得应该要有，当然有啊，跟文报有，当然有，好，那有有什么？跟文报、啊，因为我们的团队其实就是这些专家们，那科技部只有行政人员，我们的团队都是这些专家跟研究团队，他是在学校，包括国务院其实也是科技计划支援的这些团队，中研院当然也是啊，所以其实让他们去出头，我觉得就够了。那科技部其实是从一开始我们就组专家的会议去协调大家，像刚刚也报告说，现在这些几个科技家的群组是科技部协助把这几个群组弄起来，让大家在做研发的过程，大家可以互相交换这些科学的知识，然后去做突破。那每一个部门我们也鼓励说，你有好的消息你就去揭露，像最近成大也刚揭露说，他们可以把这个快筛的技术推进到半小时内可以做完，150分钟可以推进到30分钟嘛？好，所以这些这个都是这个都非常好啊、哦。然后成大他们啊。也开始去生产这个智慧手环嘛，啊，可以量体温、心跳，作为这个预测症状的指标。所以呢，所以我觉得科技部应该要有一个非常更扩大的科技的防疫的能量，应该要去盘点，你们要去盘点所有可能现在的科研的成果、科研的技术，我们可以做到有哪一些相关的科技的运用，来投入在防疫上。我觉得科技部你们要快点去盘点嘞、欸，包括。对机器人的运用，包括未来是不是可能公务员，或是甚至一些公司行号，他们的员工上班可以远距上班，可以线上上课，这些技术可能未来会有了啊。那科技部是不是你们应该去盘点，然后把这个可能性？跟委报，其实现在这个技术都是已经存在的技术啦，就说真正这时候其实不需要做科研，他只要做后续的这个推广的部分就过。跟委报告，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看到的线上上班或者上课系统，那科技部从1年多前我们就开始试用那个系统，现在那个系统已经变成各校，尤其是各大学，它免费提供给各大学来使用，所以那个部分就是几年的研发，然后才有办法现在拿出来用，这个部分都已经在进行中。那异地备研或者上班，这个我们会配合行政院。那内部的规划，当然我们已经做完一些盘那个哈盘的推演好。好，那部长，那我觉得科技防疫，我觉得科技部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许过去你们在幕后，你们去盘点，你知道我大概提到的整个的政策的目标，希望科技部可以不可以，你们在近期内一个月以内可不可能？去盘点所有可能科技部的能量，可以协助这一次的防疫的工作相关的科技的运用，可不可以？至少你要有一个书面报告出来，好不好？一个月以内提出一个报告给委员会，好不好？再来，刚有委员当然也关心了飞鼠一号这个台湾的火箭的试射哈，当然它是民间的，这一个负责人他是美国太空中心回来台湾的呢，他是 NASA 的一个非常专家啊。他回来，他的公司花了7亿啊，射一次火箭不是射成龙天炮好玩的，要花好几千万呢。为什么人家要去发射火箭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他违法，然后开始受到开罚了。我想了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我们科技部、我们太空中心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跟态度、跟立场到底是什么啊？好，下一页，好，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曾经咨询过这个事情了啊。我们希望可以有2007、2007那时候的国科会，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有自制的卫星发射载具发射卫星，那个时候就变成国家的政策。结果一直到2013年，我们亚洲很多国家都可以
发射火箭了，我们台湾还在原地踏步啊。好，再来啊。蔡英文总统也宣示了，未来十年十颗卫星要投入251亿，要打造全球太空产业研发制造基地，这个是国家的政策嘛？那我想问一下科技部，国家是不是应该发展航太自主？我跟部长报告，未来全球这个低轨卫星啊，飞鼠一号那个就是低轨卫星 ，NASA 那个是中轨了啊。我们这个低轨卫星，未来全球5年内会有50000颗卫星在太空上运转。这是很大很大的科技产业啊，那科技部我们能有能力做这制造卫星非常好。那未来我们的十颗卫星一定未来一定都是委托美国帮我们发射嘛，那低轨的卫星呢，我们要不要发展低轨卫星小规模的卫星，难道还要靠美国帮我们发射吗？现在南海已经有办法发射火箭了，你要靠南海帮我们发射吗？我们台湾有这样的科研技术，我们有这个人才，很多NASA的人才回来台湾了，这个事情我们让他们去用私人的民间的企业去单打独斗，当然没有办法成事啊，怎么可能呢？当然违反土地分区使用，当然违反环境影响评估，违反的事可多了。政府的资源要不要下去帮忙？你如果不要帮忙，100年都不可能台湾有可能去射火箭了。如果国家的资源愿意帮忙，这个事情是有可能解决的嘛？对，好，下一页啊、哦。你看，我想要谈到了，我们太空中心还委托人家，委托这家公司科学筹载计划，我们还委托人家哎，我们有计划委托人家，然后我们都不帮忙。当然，他们违法事情，我那个要处罚，我没有意见。但是就是因为国家的资源没有进来，我们太空中心视若无睹，不管它，结果就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我建议啊，如果科技部认为发展太空产业要与时俱进，若我们认为未来的通讯卫星、未来的5G，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要去做连结的话，那我们当然要积极去发展嘛。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啊，我们科技部可不可能去评估我们自己的国有地去建造发射基地的可能性？我们不要去妨碍人家，也不要去影响人家原住民部落，可不可能啊？那我在这里有一些建议，包括太空中心里面要增设一些火箭部门的研究单位嘛，好不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科技部一个月以内提出报告，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简要先说明哦，就是跟委员说明在，提报太空三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专家在做研商的时候，是大家并不倾向说台湾自己去发射火箭，所以跟委员报告太空三期里面，就是刚刚提，我们以零组件跟卫星跟操控跟软体为主体啊哈。那所以如果要不要做这个，我想还是以行政院的政策来决定。那前面几个部分刚刚在回答，我已经提到产业的需求，当然政府要做，所以我们现在也跟行政报告说，要我们就建国家的发射基地比较适合。这几个部分我们会一起啊，顺便跟委员做说明。那你还有没有委托人家那个筹载计划？啊，筹载有啊，筹载那个。你说你不鼓励人家发射火箭，可是我们又有委托计划给人家，那政府可以这样子吗？你一个月提出报告了，对，跟委员说明，我也是一夜才知道说有这个计划的存在。有啊，太空中心主任在那边呢、啊。好，你找时间来报告好了，谢谢，好不好？一个月提出报告可以吧？哈，好，谢谢。好，谢谢黄国书委员，陈部长请回座。我们下一位有请陈秀宝委员。谢谢嘉伟，有请陈部长。好，有请陈部长。陈委员好。部长早安哈。那秀宝第一次咨询。是，谢谢委员。关于去年哈，去年12月的时候有一份报道，就是我们的监委张武秀教授，他经这个调查发现，我们科技部在这个资源分配上有过于偏重跟分配不均的这个部分。好，他有指出说，我们科技部偏重于 AI， 过于偏重 AI， 已经投入了大笔的经费，但是没有看到
成效，因为就是偏重的少数他特定的项目，其中他也提出了包括说未能保障基础研究的经费，然后未能妥善规划博士后研究员的进修发展种种。那他提出说这样子排挤了大部分的高教的资源分配，分配不均，然后也提出了三个缺失应该要改进。我想听这三个缺失应该改进的部分，部长这边都知道，我不需要再赘述。但是到底我们部长，我们科技部这边针对这份报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检讨跟改善？是，谢谢委员。这其实是在107年8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哦。那时候，其实委员张委员张监委也算是来自于学界跟医界，他对学界的了解，其实在那一次的时候也呈现出来。那我刚刚的资料其实也呈现说，科技部在107年的时候是历年来经费最低的那一年啊，所以相对程度就是基础研究的投入，让学界很多的教授没办法有好的计划可以持续往下走。那这个也是我们基础研究跟应用研究上面的经费的分配的问题。其实部长，这个有个部分，这个问题凸显就是说，本身科技部跟我们学研部学研界的部分，你们沟通不了。你们是不是在很多政策的施行跟你们要推动的时候，并没有跟他们研究过，没有跟他们讨论过？没有跟他们解释清楚，才会造成这样的误解。对，跟委员报告，其实当然，因为监委要这样写，那监委其实是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跟我提说，其实科技部并没有这个疏漏的议题，所以这个案子他的结案并没有去规则说科技部有对学界的这些，主要是来自于说学界很多教授现在经费拿不到。那也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很多的主管都来自学界，那我们每年至少跟学界有十几场的这个沟通的会议，那科技部也尽量说所有的政策都来自于学界的想法。那我要跟委员说明，我这边讲的第二项，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负责的那个主管对外的说明，给一些相关影响的人一些负面的批评。那个案子主要是说，博士后在国外一般来讲是2到4年，那当时那个案子是要修说，科技部给的博士后一直到十几年都要给人家博士后，那当时我们希望要把它改成博士级的研究能力，而不是只是一直给他叫博士后。那可是那个，我想那个过程，后来我发现的问题以后，我们也把这个办法就是说，所以说后来这个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跟学界已经有充分沟通过了。当然有，对，我们学界的声音，我们都是，其实科技部就是学界的代表了。我们希望说能够不能你们做你们的，学界想他们的，当然，所以自己也是来自学界，所以会有误解的产生。那所以说，跟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所做的改善，是不是部长你这边也可以给我一份比较详尽的书面的资料？对，好，是可以。因为本席认为哈，虽然产业应用是比较看得见具体的成绩，但是其实基础的研究它是提供所有应用发展的根本，好，这个是需要逐步去累积的。那也希望从科技部这边，好，学界所提出的，你们都能够尽心的聆听，来作为改善。我相信说，这个整个预算的分配调整，如果更加完善的话，我们跟学界这边的结合才会更真完美。好，接下来我想要请教部长。刚才也有委员来关心关于这个政策，就是我们科技部每年会有补助博士生这个4万元的这个政策。那从去年九月份入学的博士生哈，一年级的新生开始，每年有300个名额，那提供为期是4年，每个月4万元的奖学金，借此希望来鼓励的支持博士生，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我们台湾的高度专业人才。那当然，部长您强调说，人才培育需要长时间的耕耘，这一点本席也非常的同意。但是这些受补助的博士生如果没有取得学位，那这一笔补助的费用会不会被追讨？或者说，这个学习过程如果表现不佳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机制来停止这样的补助？那如果要检视这个补助的成效，你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检视？那你们主要的 KPI 是什么？这个是不是请
部长您报告。是，我想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哦，因为博士生的那个人数的减少其实非常的严峻呢。我们在比较重要，像我们在推一些相关的重要的这种科技，其实科技产业部分科技药的博士的人才，每年这十年来掉了三分之一以上啊，很多的博的大学现在博士班根本就没有人来报名，所以当时这个方案就是希望能够遏阻这个趋势，让有一些学生。你也希望鼓励他，但是整个政策你要多久你会给考？我们当时的考量就是说，这个还是要回到大学学术的自主，所以我们这个选拔是希望各大学择优来补助。那大学的择优的条件由大学来定一个办法，科技部来监督他们这个办法，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方式来检视说你对这个学生的培育，啊，那你应当还是要择优来给他，把他留在台湾，让他继续深造。当然有了这样子一个鼓励的政策，那取得他做不好，但我们就会去检视这个学校将来也会扣减他的名额。对，取得学位它只是第一步哈，其实我们还是要来协助这些博士毕业的来。人才来发挥所长，那能够真正成我们台湾高度的专业人才。那刚才也多位委员哈，包括乐平委员，你都很关注的一点，就是说，对于留住人才，科技部有怎样比较具体的做法或想法？跟我们说明，就是所有科技部在人才流的部分的计划都是为了这个而努力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学不是只有给他奖学金，我们同时要求大学能够提出一个说对这些卓越人才他有没有一个提升的计划，因为国外其实都有这个方案。其实刚才部长您在答询的时候有讲到一句重点，就是出路顺畅。对，好，怎么样让高学历跟我们的产业可以结合，那就是我们这样子才能把人才留下来，不然只是白白的把培养起来的人才往外送。那其实我们很多我们的子侄辈，我发现他们的规划就是在博士毕业后，他们在国外的哪里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出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既然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的规划，我们来鼓励这些博士生，那么日后他们比较具体的，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案可以协助他们？这个我们科技部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是，可以。我们有一个高阶人才的就业的培育方案。事实上，那个计划在大院这边审查的时候，当时也有委员批评说，科技部不应该去管你这个人才的就业哈。可是我觉得说，我们培养这些人才还是要把出路帮忙他。我们是希望他们留得住啊。对，所以我们这三年来已经协助了几百位的博士顺利能够衔接到业界去。那这样就让他出路顺畅，以后他就愿意更多优秀人才愿意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这部分我们的计划可以让可以部长您再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的报告给我。好，谢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我不上了，一姐姐，俺来到来看。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陈部长。好，请陈部长。张委员长，部长好，辛苦了哈。大家都在讲科技部对防疫的角色啦，我看你也提了很多啊。到我现在听到目前为止，大概也都蛮正面肯定的啦啊。虽然说在整个防疫的这个我们特别的预算里面没有看到你们提出特别的需求啊，那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委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看法啦哈。不过我想基本上不管是这次疫情我们的防疫措施比如说我们台湾其实科技产业很重要，那我们在各科学园区的一个防疫措施另外台中企业的工业区一个食品厂一个员工被隔离，就全部对，全部60个停工两个礼拜。你想台湾科技产业这么发达，我们很多像半导体之类的我们其实在中国这是肺炎那边当然是最严重我们都担心产业锻炼的问题，科技产业的问题，可是刚好很多重要的关键性的重要的这个科技产业其实在台湾所以我们竹科、中科、南科其实这些重要科学园区的防疫就非常重要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坦白讲，如果万一发生一个群聚感染，而且在科技产业的厂区里面发生，那会对世界造成什么影响那刚才有一些委员在问我，看这个部长的谈也都有回答说，这个我们都注意到了。那当然，我等一下我要问的第二个就是说，那我们在看这些科技产业刚才黄伟问到，其实我们在基层跑也有很多，我们在问那个影响的时候，其实有些科技产业他们是。就是说在这个氛围里面就有一些其实因为
过去的一些，譬如说手机哦，手机影响很大，它的整个布局哦，可能会从中国的这个，你看一个手机里面多少这种高科技的重要的零件哦，那有些关键都在台湾做哦，那有一些是在中国做哦，可是中国这样做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台湾啊，不是不会啊，对，而且他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移到台湾哦，那等一下我要问一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哦，我们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局哦，包括我们中美贸易，很多我们在去年一整年几乎在关，那台商回流，高科技产业回流，我们科技部做了什么配合？当然有很多是经济部要做的，政府要去做的哦。那我们科技部做了什么啊？那在这一次的肺炎的对科技产业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们从这边从产业的正面思考来讲，我们应该做什么因应啊？那第三个，当然我要先问啊，就是说部长。谈了那么多哦，那我看到说，听说你想回学界，就是新闻有这样报，是真来假的？啊，所以你戒掉期满了，想要回台大，这是真的还给，还是大概懵，你就回应一下说，假如一，假如二，还是已经决定一了？是，谢谢委员关切，我想还是回到，就是说，疫情部分科技部的角色哦，其实是以科技园区我们是管理，那以科研的协助就是扮演专家的角色。这个刚刚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指挥系统里面所做的协助，这个其实就是因为那需要。这个你等一下可以慢慢回答我，我最后问你那个第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不然你回答那么多，我不晓得说你现在讲的是你未来要做的，还是建议下一任要好好做。当然在政策，因为你我想哦，大家都知道说科技部从2014年成立以来，从国科会到科技部，你是在任最长的啦哦。那坦白讲，也做了很多尝试。我听到的声音都是正面的啦，但我们在人才延揽很多专案也有很多批评啦，像这个博士后研究的经费等等啦。不过我看你在位那么久，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像我觉得像基础研究占比的问题，我们在民国105年的时候还比现在高呢，106、107、108，那你从109，从今年才开始要每年10% 回复到105年，希望未来的3年，那我是觉得太慢了。所以我要等你回答，如果你有意愿续任的话，这个速度要加快。谢谢委员，因为委员知道说我们公务预算呢是8个月前就要编了，所以我当时对外讲说我第一年其实是执行我们徐部长的。那、你现在不要回答我嘛，就是说你跟媒体讲那个。那是媒体在问说，那因为我戒掉我的时间是戒掉到5/19嘛？对。那之后。其实之后我也不能帮院长去回答任何问题，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是院长的全责嘛，所以记者问说，我好了，问你，那你做了在那么久了啊，那你现在对台湾的科技产业、科技政策最清楚的了啊，那如果还有机会续任，你会不会继续好好做？当然，如果就是作为一个学者，有机会为社会有这样的机会服务，当然是。所以你大概是有意愿的，不是没有意愿的，不是说媒体讲了说啊，我戒掉大了，我要回学界了，第一选择啊。我们就是尽力了，而且作为一个。好，那我继续问。好，那我就继续问啊。我也希望更多本土博士的部长啦。对啊，不要只有一个。对，你是难得哦，那对产业了解，对研究有了解。好，我们就以这次来看哦。其实这次我看到那个很多。大概国人对防疫的这个政府的反应是非常这个正面肯定的啊。那其实科技部他扮演这个很多科学的研究哦，他其实是扮演一个幕后专家学者的角色哦。那这次我们来看哦，就是说其实像我们有一些团队哦，其实他合成出那个瑞德西韦的那个哦，他能够分解出来，很快的分解出来。那个也是长期以来接受科技部的资源， 对不对？对，就长期练兵，你才有办法这时候去打仗啊！你平常不练习，现在根本不可能有那能力。对，其实我们这个，我常常看到你在报告说，其实科技，我们科技立国是小国大战略哦，就是说台湾很多灾害，所以我们在天然灾害在这方面的这科技研究实力也很强哦。那我们在很多这个像防疫这种哦。很特别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在是美国以外第二个能够做出这个合成的这个团队。我们也是全世界第四个把病毒株能够尽快。所以这个都是一些都是大概科学研究生根累积的一些成果了哦。就说养兵千日的用在一时，
这是看出台湾的科技实力、哦、不管在哪一方面、哦、即使有人批评说可能你比较重视 AI 啦、哦、那其实在生技上我们这方面的团队的补助科技的这个补助应该也是够的、哦、所以我想要请教部长、哦、那这一次的我刚才第一个问题嘛，就是说那为什么这次特别预算里面，其实像我们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嘛，哈，譬如说这些病毒研究等等，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出特别的一些科学专案来支援，放在特别条例里面？跟我一说明，就是刚才提到长期的训练非常重要，所以科技部是从 SARS 之后，我们不只是支援一些团队，而且建立很多生技的这些检测跟诊疗的核心设施，所以这些核心设施已经经过十几年的累积，所以我们在过年其实我们有特别盘点说，那这些团队应付新的这个病毒，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那其实这些专家都觉得说，现有资源他们立刻来做就够了，那需要的部分并不要那么多，所以我们没有特别提那个特别专案，是说你看少部分我们可以直接，我们后来那个。那个瑞德西韦那个合成之后，我们那个财团法人生技中心之后又合成了那个另外一种，现在大概就是这已经有的药，先拿旧的药来做，就是拿人家的法维拉韦这款药，我们也顺利的做成了这个可以合成那个原料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是有实力的，对，有实力的，像生技中心的执行长吴中勋，他也是在2014到2016，他科技部也做他的有些专案补助，从医疗的指标是被评级是全世界第一名，是啊是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实力是有的啊、哦。那我就是不解说为什么这一次的预算里面啊、哦，我们的特别预算600亿里面，你的底下的海工医生没搞啊、哦？我没有，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一个是。各部位这一次为纾困的经费其实非常庞大。对。那当时院长希望说，十二个月内能够完成的为优先啊。嗯。那科技研发大家也知道，科技研发其实我连病毒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我们其实学界都没有把握。嗯。所以当时是说，我们用现有的专案啊，尽快来统整。对。假如是现有的专案，其实也有一些，譬如说，刚才很多同事问到啊，大家都很紧张啊。所以像韩国，它能够快筛量，快筛的能量哦，一天可以做多少？然后部分没有的话，我们有基金，刚才提到。我们有跨部会属基金，所以那时候就说我们自己的经费来掌控，不需要去抢他们现在600亿，其实对很多部位我知道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做考量。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要问啊，就是说我们的产业布局啊，事实上我们去年很多科技产业都回来增加产线跟产能的啊，那现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啊，新冠肺炎，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哦，会有一些变局是对台湾是好的哦。那究竟我们科技部在整个因应这些，譬如说土地啦、法规啦，还有没有什么能够配合的？有没有思考？譬如说，我看你那个成立的小组，除了对病毒的研究、对一些防疫的措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社会经济的评估嘛。哦，那其实这一点其实对台湾未来很重要。那你的评估是什么？那个单一窗口的意义其实是希望说，第一手能够拿到厂商到底对政府需要支援的是什么，嗯，因为这样才比较能够对接嘛，嗯，要不然你想一堆，但是厂商可能不需要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也了解，就是科学园区，我们从中美贸易战开始所做的单一窗口的协助，其实还是蛮到位的啊。厂商第一个要还是要厂房，第二要人嘛，对，那这几个部分，那再也就是那这次肺炎之后，你们有没有去跟这个三个科学园区做？对，我们现在园区是每天都要厂商做汇报，嗯，所以目前的协助看起来是，就刚才也提到说，产业目前对这整个的评估都还算乐观了啊。当然看，对媒体有报道嘛，你看武汉肺炎震撼弹嘛，台商也惊觉说布局有新一波的迁徙嘛。那你科技部对这些高科技产业迁徙回台湾的准备是什么？我们就是相关的窗口，让他需要的土地还是第一优先呢、啊。所以也可以看到说，三个园区现在都在扩建嘛，嗯，这是从前年就开始，我们预估到说。科技发展的时候，如果你有新科技，一定是有新的需要。对，这个要加快。对，我们去年其实有一波了嘛，哦，中美贸易大战。那我本来是要问你说，好，那去年那样子的一个准备，我们的备战，我们的整个环境的改变，要扩厂的进度，你资料给我。那还算进度吗？我们刚结算，去年其实整个园区这些回流的增加有几百亿的营收，嗯，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服务是有到位。比如说我们土地啦、人力、人才、工园区这边这些，你的资料可不可以再给我？我想今天科技部的。嗯，你也知道，我要确定
确定你是有意愿留任继续做了，因为在位这么久了，还是说我就是谁留我都没用了，我就是要回学界了，这确认一下，你现在有这个意愿我很高兴，我想全台中华民国现在大概你最台湾的科技产业跟 你是最清楚的，就是看机缘吧，对了，这个时候台湾受肺炎的冲这个产业科技产业的冲击，你这时候走也没有江湖道义了，坦白讲，所以留下来为国打拼，谢谢，谢谢我们。好，谢谢张廖委员。好，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吴委员，咨询结束后，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以上。好，谢谢主席，有请我们李克阿伯。李克阿伯，陈部长来。好，部长好，新任期的第一次质询，做人要有江湖道义，做官当然更是哦。防疫国家队科技部到底 in or out？ 今天好几位委员都连番向您提出质询，那我希望做一个中整的、比较有系统性的、更全观的来好好跟您探究这个问题，你到底是 in or out？ 当然我知道你会说。你们一定是硬的，可是我认为还不够，请听我的论述好吗？好，下一页。好，全球防疫作战，台湾掌控得当，而且继续严阵以待。下一页，转世改东宫贺哈，美国说台湾的这个防疫足以成为世界典范，德国也称赞，连斯洛伐克哇都称赞，然后要力挺我们加入 WHO 的国家越来越多。然后呢，你也看到了日本媒体，但呢，一定有几粒卡层也上了日本的节目。然后唐凤，台湾 IQ 180的天才大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私心啦，我是教科文的委员，我好希望他称赞的是台湾有一个 AI 的科技部长，然后很棒，可是好可惜，但是这都是台湾之光，我台湾我骄傲，但我期待你可以做更多。下一页，好，顺时钟就对了，现在内阁最夯的，我们的防疫指挥官表现真的可圈可点，顺时钟就对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要顺良机，因为可以让我们的防疫掌握良机，所以顺时钟就对了，听取防疫指挥官的指挥。但是我希望科技部门可以作为整个防疫的最佳的支援后援 supporter， 你不只要是 insider， 你更应当是 supporter， 所以顺良机是良机啊。可是我们到底是掌握了科学防疫的良机，还是错失了良机呢？部长，下一页，预算是零，您刚刚多次的说明院长期待是一年内可以执行完毕的，所以科技研发可能是长远的，所以你也没有去跟人家争食这样子的一个纾困振兴预算的大饼，我或许可以接受。可是 SARS 500亿的特别预算，之前的国科会拿了20亿，因为有国科会去争取的20亿，我们能够获得台湾17年来因为 SARS 而留下来的珍贵资产，在学研方面，当初20亿的 SARS 特别预算投注给科技部的前身国科会，20亿用在我们的基础医学研究、抗病毒药物的疫苗产学合作、危机处理，还有科学计算、隔网原式之建制、原型之建制，这些都重要，这些也不会是一年内就完成，这些的 legacy 都到今天台湾人民还受惠，不是吗？所以我还是要说，我认为我期待的科技部是在这一次的防疫里头是更有角色的，是 insider and supporter。 可是 OK， 预算是零，我或许可以接受了，我真的觉得没有关系，我们用公务预算现有的预算来致敬也可以。但是下一件事，来下一页，防疫会议寻找阿基部长，寻找阿基部长，
寻找阿基部长，因为防疫指挥中心没有邀请你，你就被动的、很乖的、很消极的。哎，这不是我认识的陈良基耶。做官也有江湖道义嘛。你在这件事情上太过保守了。为什么科技部是 outsider？ 如果你在里头，你可以做更多更多支援性，甚至是更建设性的角色，包括所有科技的运用，包括串联现在所有的学研成果，包括我们可以启动所有的 AI 大数据，去结合整合世界各国如何在病人分流，如何在这个我们所有的医院防疫系统危机处理上做出及时的 right now 的贡献。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部长是 outsider， 非常可惜。下一页。可是虽然是 outsider，我也知道你们努力做了一些事，五个群组嘛，对不对？抗原产制、抗体产制、药物筛检、动物模型、法律及社会经济影响，这是现在的五个群组。未来你们还要成立一个快筛平台的群组，以及我刚刚说的用大数据、用 AI 去搜集世界防疫的做法跟情资，供应台湾社会所需。可是这应当是 right now 即时的事情，你们是下一个步骤要做。所以我说不够多，做的真的不够多。下一页。好，超前部署。Holy God 仔现在掌控得宜， Holy God 仔顺时钟就对了，可是没有顺良机，我们真的就错失了良机。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能够超前部署，目前的科技防疫还能够 work， 因为生科司有过去 SARS 留下来的珍贵的 legacy， 那20亿，让我们用在台湾新兴感染病症的议题研究，就是现在你一直在说的，我们请赖明娇院长，我们请张善全副校长，都是那个珍贵的 SARS 特别预算的20亿留下来的长远的完整的研究计划，不是吗？所以生科司有，工程师也努力在现有的业务范围创新医疗器材计划来做，前瞻司也有创新创业激励计划，我们来让新创来投入这一次的防疫作战。还有原本你们现在2月3号才开始召集 AI 的专家咨询会议，2月3号才开始，我觉得这都不够积极。我都认为你这些都应当是你在那个会议上，你争取去加入我们的内阁防疫会议，你能够把现有的东西做出盘点，把现有的机制能够提供更新的科技贡献。我真的觉得我们错失了良机耶。这一次我不想听良机的，请听思瑶的好吗？下一页。因为有 SARS 20亿的珍贵的特别预算，我们能够台湾新兴感染症议题研究这么多，这几年8亿多啊。可是我看了，我调了117个我们的相关的计划研究，我告诉部长，我看到问题。即便是 SARS 留下来的珍贵 legacy， 我看到这样的研究计划流于一般性的研究。怎么说呢？117个我们这种 button up， 大家去学界、医界来争取的计划，多数都在研究病毒本身，各类的病毒、传染病原的生理角色、各种病毒本身的机制、各种病毒本身的机转，就是这些。可是这些计划里头欠缺一个整合性的、延伸性的、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这些计划量能没有足以让此时此刻的现在整个架构起一个完整的科技防疫的系统。所以这样子的计划我觉得要检讨。我认为未来我们需要有一个 top down政府的主导的启动的全面性的国家队的完善的永续的防疫体系的研究，让我们未来，因为这种病毒随时都会再冒出来，你同意我的观点吧？117个你去看，全部都在做病理研究，病毒本身好多好多的不同病毒，它欠缺整合性。下一页。所以这是我看到的问题，也是我对科技部的期许。
科技防疫要从科技部长参与我们的防疫会议开始，要从我们的科技部长勇敢的串联所有的科研能量，主动的提出技术的新兴运用，在整个这一次的防疫作为上。所以我看的科技防疫有两个，短期化研为用的部分要真的是及时的实物的可用的，以及长程的是为我们未来国人、台湾社会甚至是国际的公共卫生留下珍贵的 legacy， 台湾可以啊。可是如果阿基部长没有积极的去扮演这个 insider 这个 supporter 的角色，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下一页，防疫国家队，我们教科文的每一个部会首长都在里面，潘文忠教育部、郑丽君文化部、可视科技部的陈良基没有在里头。防疫作战，科技部可以做更多。你应当是 insider and supporter。你最后用一点时间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去争取加入？你听了思瑶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错失了很多的良机呢？当然，我要肯定，我们还是有很多科技的防疫作战做得不错。可是我认为还是不够，来，请说明。好，非常谢谢委员刚刚的指教。那当然，这个也是科技部跟其他部会比较不同。科技部一向强调说，我们是作为其他部会的先导的协助。那因为像科技部管辖的区域，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大学，那是有教育部管的，我们也不能业界说我们来定一个，那还是以哦，现在的良机变得好保守，你业界的事可多了，这一次不业界了。我们最重要做的还是在这个阶段扮演好一个专家的角色啦，所以其实在这个背后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就是你对敌人不了解你怎么去打仗，对啊，那你进入这个会议做更多更好啊。会议的部分跟我跟委员说明了，就是跟灾防应变的时候一样，你灾防应变也不会看到陈部长坐在那个台上嘛，可是背后的科技的所有的协助是我们在帮忙做，所以重点是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还是让那个指挥系统是单一制，所以我们的专家小组是一天到晚在身边，但是那个不见得我要去，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好，部长，这一次我真的不顺良机，因为我还是认为科技防疫我们错失了很多良机，你好好回去思考我说的。是是，我们需要作为及时性的化研为用的科技支援，而你在这个会议里头你就是最强的一个 consultant， 最强的一个能量学研能量的整合者，可是可惜了，我们错失了良机，好不好？那刚刚有几位委员要求你针对这次防疫预算，我拿到了一个三页的报告，非常少，如果你真的检讨，就应该告诉我，你们应该做的更多，好吧？还是提出一个月内的完整，好久，谢谢，提供给我们好了，好吧？好，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休息五分钟，谢谢。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林怡瑾委员质询。有请陈部长。好，请陈部长。哎，林委员好。哎，陈部长你好。想请教陈部长哦，就我南科发展的问题哦，来就教一些问题。就南科发展的问题哦，想请陈部长就教一些问题。特别是我特别关心南科扩建哦。那就本席了解，现在南科扩建计划范围应该是位于南科的西南侧的这个新市的看新农场。那这个是主要是以台糖的土地为主嘛，哈。那现在计划的总面积是92.24公顷，那提供厂商的这个用地应该有46.46公顷。所以就整个看新农场的位置来说，哈，我想是不是这个南科三期扩建这个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拍板了。谢谢委员关心哦。那我们对南科的发展其实也知道很多委员都关切，是，所以一直也是很积极在找说，一个当然要知道说产业发展的愿景。那时候我们跟产业界其实有一个共识说，南科应该作为全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聚落，所以我们一直朝这个在努力哦。那第二个就是说目标确定以后，那你的环境的准备，是，所以其实我们看了好几个地方了，那也希望说能够要快一点让厂商可以使用，所以最后现在正在评估，确实没有错，委员的信息很清楚。那现在就是我们以资料也报到行政院，还是要等行政院最后的核定，我们才有办法做后续。原则上，我们以它的可行性，先从看新的地方先着手，可能先让厂商的需求可以进一步进来，这样。对，让听到那个部长这样的消息，基本上我想南科的很多的愿意来投资的厂商应该会很雀跃啦，齁，因为所在啦小花卡丁啊，安尼心肝就较安啦，齁。那重视就为了南科的整个就这个园区的整个地理的优势哦，我想我们应该要来归为这个看新农场怎么样跟原本的这个南科的园区做一个适当的连接，所以这个道路的延伸变得很重要。对，所以其实我知道有两件事情可能必须要很努力来做，就是治水的方案跟这个树谷大道的南延计划。那我看您的报告有看过说你有一些完善的治水计划的这个计划，可是对于树谷大道南延的部分是不是也要请部长说明一下？对，跟委员说明，其实我们在建制的时候都是各部委会来协助啊，所以像治水那个水利署就协助我们相当多，就是水电这些都是经济部在协助，那道路部分交通部也会进来做协助，所以这边在行政和在审这个计划的时候，各部委会把能够达成的部分做考量。那因为现在还在审议，所以就等比较明确的时候再跟委员详细做说明，说这个部分到底交通部可以协助到哪里。那我们研究会进一步来协助地方，因为主管单位还是在你们这里嘛，由你们这边来做发动的。对，发动我们。那但是部会到时候要在行政先承诺，我们再做得下去。好 ，OK。所以树谷大道的南延哈，跟整个的治水的作业，我想这个部分也请科技部这里要这个是我们紧盯这个进度了哈。那以让南科对连外有很大的便利性。那另外哈，说真的，南科这个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啊。因为说真的，南科虽然坐在这里，那地方的居民都希望跟南科是共存共荣，可是说真的，生活机能如果跟竹科相比，其实是还差真多啦。所以要安怎让南科附近的周遭的所在，会当行南科这个所在，会当同齐发展。我想这嘛是咱今仔未来，咱南科三期呐扩编了后，地方的居民是想要紧要关心的工作。所以我针对这个，就讲要安怎让这个区域发展会当均衡，好，每个区域发展失衡，你想这样子，其实很多的那个南科的，因为生活机能不佳，所以其实南科在招募人才的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好，因为人才其实并不希望住在这附近，因为生活机能不好。对，可是他如果选择住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他可能这个交通的这个成本又高，所以其实对于好的人才要来南科，其实至于竹科来看确实是不易。那
那这个事实上科技部要试着解决，所以是不是请教部长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有什么样的方案吗？是跟委员说明，其实我也跟那个黄市长拜托过好几次，因为我们内部能够做的那个管理局局长我也跟他责成好几次，包括我们现在的音乐会算是蛮成功的，然后我们定期的这些活动，其实就是我也看到生活机能真的是有问题，我们很多的主管都下班要先到台南市去，然后再回来宿舍，这其实是有问题。对，那旁边现在好一点，就是台南市整个整体规划，上次院长去看的时候也特别要求台南市要把整体生活机能一起做起来，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也在等 ABC 区它的那个规划起来以后，可以把这个生活技能一起弄起来。园区这边做的就是我们设计一些看能不能让人比较群聚的活动啊，可是因为往外延伸还是要市政府，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再跟台南市政府一起来努力，看如果让那个人到那里的时候会觉得那里是值得待的地方，这个我们一直在要求管理局要做到。因为这是个契机，就是说在南科三期要扩编，那既然这个南科三期要已经坐落在这个所谓的原本的科学园区的西南侧，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扩编的这个案子把生活机能做足。苏院长去年来开心农场开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很明确的指示，对，他说这个要快速进行这个计划哦，而且他说周遭的生活机能相关的这个设施也一并解决，特别是不仅是这善化新市安定要一起发展，对，包括学校机关啊、道路啊、蓄水池啊、滞洪池啊、区域排水等等，他说都要共同改善提升。我想这个苏院长的话应该都是大家都记在心里，所以我要拜托科技部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机能的总体一并解决，生活机能的提升，科技部要有方案，而且要迅速处理。好，我们再加码来做。嗨，那要有进度出来，好不好？对啊，好。那另外，当然，我想哈，因为南科在三期哦。你们应该有个评估，说南科三期这个基地，哦，目前如果能提供厂商是有40几公顷，那这样子的一个南科三期，你们预期会创造地方有多少就业人口？目前那个区域的规划，因为其实地方其实比较软了哈，那所以它的预估的产值，我们估计现在计划的估计大概在400亿上下，那人口就业增加的就业人口可以到达5000人上下，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朝那边跟产业来做规划。那记者跟我们报告，我刚刚特别讲说南科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现在今年5纳米量产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那3纳米今年已经开始在整地，对，所以在未来的这几年哦，南科真的是我们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所以才会那时候我跟院长报告说，整体那个生活机能哦，因为有些超越科技部管的，我们就是会协助大家一起做，所以我们期待到时候南科这个闪亮的部分，当然会更闪亮出来。是啊，因为南科为什么要扩编，就是因为其实厂商的入住率非常高嘛，已经达到93%了。那所以赖清德前院长，哦，其实他也一直要解决五缺的问题。对对对。那我想缺地就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南科如果既然有提供那么好的这个土地的条件，那厂商就能大力进驻啊，所以要拜托科技部，就是在这个加快速度以外，是是，哦，如何跟地方结合，让地方跟科学园区共存共荣，我想这是地方才会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一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谢谢。我们也会跟行政院配合，就是行政院其实这个月初就会审我们那个案子，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可以进入二阶环评的准备，然后尽快能够年底前把这个案子整个完成。所以我可不可以再请教陈部长，就是说那确定南科三期正式坐落在哪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以那个看西的评估，对，给行政院去做，所以现在其实在就已经在评估看西了嘛，所以基本上99%在这里了。如果行政院没有反对，应该就是 OK。 好，谢谢陈部长，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好，接下来请高金委员。谢谢赵委，有请部长。好，请陈部长。部长，
今天是第十届第一次在委员会对您的质询。我先谢谢你在过去四年来，您带领着那个科技部的团队，对于原住民的科普教育，还有未来我们要建构原住民知识体系的这个部分的支持，先非常的感谢。那么今天同时我要再提醒一次部长还有科技部的同仁们，我相信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共事，我们相同有着同样的理念还有使命，以及人民付托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希望待会部长还有相关的同仁，你们在回答我的质询的时候，可以本着科技人的专业风骨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回答我的问题，好吗？谢谢部长。好，最近呢，我们在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行政院推出两个问题，让我非常的忧心，一个是国土计划的修订，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今天要所质询的对于国家实验研究院太空中心的问题。请部长看一下这一个关系图，财团法人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王院长今天也在现场，我要请您上台，谢谢。另外太空中心的主任林主任，我也要请您上台，谢谢。部长您看好了这个关系图，您除了是部长之外，您也是这一个研究院的董事长，对吧？对，没有错。好，而这个研究院下面有院长，也就是我们今天也来到了王院长，然后我们在下面有八个中心，这八个中心国家太空中心是属于其中一个。好，今天我就要询问了，贵部所属的太空中心的多功能型混合式的探空火箭发射服务标案，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南田火箭发射案，是不是就是科技部你的业务报告里面的第42页之三，推动太空计划第三期的长程计划，是不是？我的回答是不是，我们 当时在太空三期。好，很好，谢谢。所以南田火箭发射案虽然不是你们的业务范围，但是是你们的业务范围，只是科技部你们用标案让民间的竞争公司来执行服务，是不是？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好，可是部长你应该也清楚知道，晋升公司在2月13号在达仁乡南田村试射火箭失败，当天下午太空中心的林主任就来我办公室报告，注意听他说的，我们的标案是将仪器用火箭发射到180公里的高空，然后再坠落海面，并且全程传输资讯，但是我们的仪器尚未交给晋升公司，所以晋升公司试射火箭跟太空中心的标案无关。请问部长以及这个研究院的董事长还有王院长，请问太空中心林主任的回答是对的吗？跟委员说明，这当然要看他们那个合约内容，不过 我简单的跟委员说明，当时我们的火箭卫星要发射的时候，我们给 SpaceX 发射也是他们第一趟的载程，他前面做的任何实验他当然要满足，说他告诉我们好了，他准备好了可以帮我们发射，我们才把仪器送到他的火箭上面去，所以他前面做什么实验其实不见得是跟科技部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我在办公室也跟委员说明。部长董事长好，请您就停止您的发言，继续。我要请王院长，你的林主任说这个标案跟你们都无关，刚刚部长说了，那请问您的回答。基本上呢，标案是太空中心标出去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呢对我们而言的话呢，我们只是请他来执行我们一个筹载的工作而已，我们并不会去要求他呢在事先所做的各种准备，所以我同意，我的想法也是跟部长的看法是一样的。谢谢两位，本席就公共工程委员会问过了，本席在立法院也18年了，我看过大大小小政府的标案，你们的合约我也看了，请看一下，太空中心是从106年12月起已经支付3到4期的款项，分别是
12%、16%、22%。如果2月13号的试射不是失败的话，太空中心你们还要支付24%的款项，所以就合约是已经产生权责关系了。所以太空中心主任、部长、董事长、王院长，你们的说话，如果你们在推说火箭的试射跟你们无关，我想部长、董事长、王院长、林主任，社会大众是不会接受的。好，我再问您，针对南田火箭试射案的一些质疑，科技部你们曾经送来一份说明在我手上，但是这整个说明都是引用晋升公司的说明。我们看一下晋升公司说什么，晋升公司表示，晋升公司说什么，晋升公司说什么，晋升公司规划什么，晋升公司评估什么，晋升公司回报什么。部长、董事长、王院长、林主任，在这里我要谴责你们，你们太不负责任，也太便宜行事了，更不尊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行使的责任。我是请你们来报告说明，你给我的所有的说明都是晋升公司说，晋升公司说。在这里我要谴责部长，请你们未来不要这么样不尊重人民赋予我的权利，我刚刚已经说了哈。然后呢，我要再讲的是，既然合约已经产生了权责，国家太空中心你们就是业主，晋升公司就是客户，客户发生了公共问题、违法的问题，业主当然要带附带的连带责任啊，不是吗？我们再请助理回复到第一个，科技部跟我们国家研究院或者是我们中心的权责。部长您再看一下，您是既是科技部部长也是研究院的董事长，然后王院长也在现场，然后这一个国家研究院下面有八个中心，国家太空中心是你们其中一个中心，所以这样子违法行为以及有公共问题的问题，你们怎么可能说你们没有权责？然后我要再请，我会给你时间回答。晋升公司第一次试射失败到现在已经20天了，这是我最担忧的。那部长还有王院长还有林主任，你们可以推说这个都是你们不知道，我也知道部长您不太清楚这个合约这个公司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您现在知道了吧。好，据传在3月13号他要再度树立火箭进行静态的测试，4月中旬他还要再一次的试射火箭，在这之前我在这里要要求火箭发射标案的主管机关，也就是科技部的国家太空中心，你们要公开答复下列几个问题。第一个，据传失败的原因是四具引擎的其中之一聚燃料软管的爆裂，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爆裂它继续发射的话，原本它是垂直发射的火箭，它会变成水平发射，而当时这么多围观的人只有1公里。部长您刚刚说了，一般国际上要发射火箭最起码要离开10公里，而这家公司还邀请所有的人来观看一下台湾第一枚火箭发射，只有1公里。请问一下，重大公共的危机谁要负责？第二件事情，晋升公司违反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遭到台东县政府连续裁罚总共40万，藐视法令，逾期没有改善。所以请问一下，这样子还可以继续吗？我们再来看一下笑气燃料桶的耐压系数标准，应该是 1.5 倍的耐压，晋升公司有没有达到标准？部长、董事长、王院长、中心主任，你们明白吗？你们了解吗？火箭燃烧产生的有害物质有没有影响环境评估？第四个更重要的就是违法使用土地，还能够让它继续火箭发射吗？请部长回答，谢谢。
是，谢谢委员哦。因为火箭这种新的科技，那我刚刚也解释，科技部其实发射过好几次的卫星跟这些科学实验。那我刚才解释说，像我们现在这两次发射的 SpaceX， 它前面多少次这个试射的失败，它也不会来找科技部算账。但是我们要的是，你要在我的仪器那一次，我会就会要求你提供你这一次火箭的一些相关信息。部长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我对您的回答我非常的不满。对，但是委员刚才强调是说。听说了，请你带着科技部部长的良知以及知识分子的风骨，如果他是违法，如果你们科技部标案出去的东西，我跟他讲说你绝对不可以违法，因为这个，那他已经违法了，这个、他已经违法了。三月十三号，他还要再试射，你同意吗？上次也跟委员说明说，你同意吗，部长？你只要回答我，你同意不同意？我觉得他当然不应该违法。他三月十三号还要再试射，你同意吗？当然我不同意、啊。好，谢谢。我在这边要提醒部长，也要告诉大家，政府委托出去的标案，得标的厂商如果可以为所欲为，那不就形同无政府状态？我在这里要求科技部，你必须要翻覆起政府的职能，一周之内就违法使用土地。以及环境影响评估，还有公共安全等等的问题，向委员会还有我来报告。谢谢您，这是我的要求，必须要的要求，我不需要你回答要跟不要。谢谢。好，谢谢高静委员。好，接下来请高鸿安委员。那有请部长，谢谢部长。高委员好，是部长好。那今天的话，其实我这边的话，可能准备了几个题目哈，是希望说部长跟科技部的这些部会首长哦，能够来了解一下，关心一下我们接下来在疫情里面，科技部怎么样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好，那首先的话，还是因为今天其实我刚刚前面看到有很多委员也都提到这个问题哈，那我自己也盘点了一下，在防疫计划里面，包含说我们的准备应变计划、应变座位表，还有特别预算案的部分呢，其实有21个部会在里面。都有角色，但很可惜的，科技部在这一次的重大疫情中缺席。好，但是我今天有就是先听了一下前面有其他委员的回复，还有就是我们的部长有提到，那我大概理解说科技部在这个部分呢，并没有以计划的方式来参与到疫情。好，但是我想这个角色的部分还是因为我想说，如果只是就责备您说您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有编列计划，但是您默默的在做可以，但是我觉得角色。的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多希望科技部来参与的部分。首先呢，我看到第一个题目就是叫做以假乱真，讯息满天飞。那这部分的话呢，我自己先对我们科技部的计划做了一些小的功课。那我知道说其实科技部呢是有一个计划跟这个题目是比较相关的。那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就近期因为就是本席是就是属于比较偏向数据跟科技，所以收到非常多的选民的陈情，包含各位可能看到在这一次的疫情来讲，即便是去年大选的时候，假消息的这个情况还没有这么泛滥，所以不知道部长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些假消息，包含说代表就是。谎称是行政院说大家每天可以去领口罩，或者是说白牌的司机这个第十九例呢，他的遗体未经过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的管制而去火化等等等。那不知道部长看到这样的假消息的时候，科技部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否有一些其他的作为或规划？因为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呢，假消息会造成民心非常大不必要的恐慌。是，非常谢谢委员的提问。我知道委员是大数据专家，那我们在前应该在一年多前其实就已经了解这个这个叫 information war， 就是执行战，其实全世界都对这个假消息非常的关切。科技部确实我们要找学界的专家来研商，说有没有可以透过包括大数据的分析来做一个会诊。其实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是很困扰，因为目前我们看到连国际研究都没有一个对接的方式。那我们确实有计划
块是请协会说可不可以至少努力看看去做对接，所以我们目前是有在做，但相关的技术还是要跟事实做比对啦，就是 data 要够，所以这个那 data 因为它又非常快速，所以我们也在看说我们现在的计划应该执行的，对，不然我这边帮您先整理了这个计划啦，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工程师其实在2019年度有一个学门主题式计划叫讯息科技的主题式，但是我也要讲一下说这个计划呢，我乍看之下其实写的还算蛮抽象的，它整个计划书大概申请就是招标其实大概就只有3页的一个 PDF 档，那可以看到里面呢其实大概有几个关键字有提到，包含说这个讯息变造的侦测来源的追踪，运用区块链群众之力，也就是刚刚部长有提到的，就是怎么去跟一个事实的一个平台去做查核，包含数位千张资料库这些。那我是想说这个地方其实还缺了一个部分，在这边可能要先跟部长提醒一下，因为呢在美国其实有开始有这个所谓的 deepfake 的技术，声伪技术，那这个技术可怕在哪里呢？可怕在于它可以直接把比如说陈时中部长目前在全国应该算是在防疫来讲有权威性的，他可以直接把陈时中部长的脸直接就 P 到我们的一个不实的影片上，而造成说人民对于这个假消息的相信可信程度会更高。那不知道部长对于 Deepfake 这样的技术是否应该放在这个计划里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对，当时这个计划就是刚刚跟我们报告，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请工程师去规划，然后把学界的能量找进来引导他们做。其实 fake news 或者 defect 这确实是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但因为刚刚委员要了解说政府提供这个专案，那我们标举出一些项目，其实还是要找专家来做审议跟提案，最后还是这些专家去决定哪几个项目是值得去开发。所以我们这几个项目是，但是这个计划不好意思部长，这计划要8月1号才开始做，就是有没有办法加速？因为像我昨天其实我也跟经济部长讲，我说你们今天每一次审查计划都要半年以上，那我今天纾困计划的预算可能只有1年半的期间，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是缓不济急啦。那现在有没有办法在8月1号才开始的这个计划可以提早就让它加速我们的审查程序呢？跟我说明，这个案子因为已经早就出去，现在案子已经进来，我们目前应该是会有6个案子要执行哈。那学界的执行时间本来就是有它的节奏，当时抓的是说学期一到，然后让新的学生连上来可以做这些，所以这个比较还是配合学界的那个节奏，因为我们也会被学界骂说你扣一个案，然后2个月就收案，对他们来讲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时程我们是跟学界去研商，让他们可以准备。那科技部有没有办法除了学界以外的其他的研发单位也能够来协助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仰赖学界的力量来做这个？科技部其实就是空的，因为科技部就是科技部是空的，对，因为我们就200多个行政人员，那就是服务这个40000多个教授，大概就是各个领域必须要去照顾，让它均衡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叫做长富于民，我们真正的研究团队就是在大学里面。是，那当然委员问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有一些研究中心没有错，像我们有国网中心嘛，国网中心就大数据的这个准备啊，但是一般他们是做服务协界要的这个研发，应该这样讲啦，部长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做这一种类型的研究。其实我觉得学界当然进来会是一个时机点，可能要配合开学，对，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共体时间啦 ，whatever。但是前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工作是先行的去处理，比如说这边讲到我们的资料库建立，这个计划也写得蛮宏伟的，他说要做全球最大的这个假讯息的资料库。好，那我就想说，其实资料库这个建立，它可能会跟其他的公部门也会有相关，那好像也没有一定要等到学校开学我们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还是很希望部长说，当然如果学界的科专8月1号才开始启动，请科技部去思考一下，8月1号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先替他们建立这个所谓的假讯息的数据的平台，也许我们可以先帮他开始做假讯息的标记与收集，那这样子的话学界他们在8月1号开始启动这个计划的时候，这些学界的老师跟学生他们可以把技术直接应用在我们这些所收集到的这些数据上，所以这个我想希望部长跟就是科技部的同仁们回去可能先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在这个计划起跑之前可以先做的事情。
好，那再来就是说，刚刚就是部长有提到这个第三方事实查核的这一类型的一个技术的资源哈。那这边只是提醒一下部长，第三方事实查核的机构呢，其实他过去已经被踢爆，就是其实在三四天前已经被踢爆说有半数委员是兼任官媒的董事。那如果今天他是属于央广的组织的这个人员的话，那是不是还能够秉持第三方公立的角度去提供我们假讯息的侦测？我希望这个是部长可能在考虑要和比如说法务部调查局合作来提供事实查核的时候，也需要在人家思考一下事实查核的这件事情该怎么样让他能够做到中立和第三方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主题是科技防疫。因为呢，我在2月21号的国事论坛上面的时候，其实有发表就是运用新科技的话防疫可以更有力。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很可惜那时候我其实提出来的概念是希望能够运用机器人跟物联网在医疗的单位去做这个防疫的事情，而让医护人员减少他们去接触病患而染病的风险。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在前一阵子已经看到林口长庚已经沦陷，变成一个医护群聚感染的地方，现在目前已经有7例了。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就是像高雄医学大学，他们其实自己已经在负压隔离病房启动了所谓的非接触式监控，对于这些病患呢，他们直接可以远距的去做身体的量测，而不需要医护人员第一线的去做很多重复性而危险的工作。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会希望科技部呢在这里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些协助，因为包含是像机器人，包含像物联网，其实科技部应该也要去规划这相关的科技怎么去做。但是我很遗憾，因为我最近有跟一些机器人的厂商来聊一下，说他们在这个部分如何去协助产业，但他们提到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科技部部长在这边是不是能够回答我，到底服务型机器人是科技部这边是不是有辅导跟的角色在这里，还是说其实科技部在服务型机器人这一块产业上面，科技部是没有角色的？跟我们说明，当然其实对一些比如说刚刚服务机器人，它有一些特殊的，例如说你的柔软度或相关，那这些的科技的研发确实科技部有团队在做，但把它组成一个做 service， 这其实就是超越科技部，因为这可能要产业去服务，所以科技部是尽量把一些关键技术能够帮忙解决。那至于它要变成产业，可能还是要其他的连结，因为毕竟我们没办法要求这个学校的教授一定带学生做到那个产品。好，这个不符合。就是最后可能就提醒一下说，可能科技部要更加的主动，因为像这些事情也许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跟这些部相关的部会，包含经济部、卫福部，去由科技部的角色去说，哎，我们可以主动来协助哪些关键技术的开发。有，这些都有，包括我们前一阵连那个口罩的卖口罩或者领口罩的机器人，那其实都是科技部把它协助把它做出来。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要让指挥中心决定要不要用。那我们会公开给跟产业界，如果有需要我们就那就希望科技部可以就是运用科技让我们的防疫更有力。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谢谢高委员，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范云委员。好，那也请那个部长辛苦了。好，请陈部长。好，那个陈部长跟在座的很多司长，好，也好，很高兴不是在校园碰到，而是在这里碰到。对，陈部长是我的前长官哦，是我们前副校长。那今天也是我在那个国会哦，从那个学术界来立法院的第一次质询哦。那刚刚真的觉得我们的司长们在这边听了真的很辛苦哦。那我想其实今天大家关心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防疫嘛哦。那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问防疫的话，其实媒体不大会有兴趣哦，所以我从防疫出发，我想问的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科技部能不能做到科技防疫，不是现在陈良基部长一个人能影响的，可能是十年前甚至20年前科技部到底做了什么，或者当时的国科会哦，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长期的。可是我想问说，当我们部长还没有回归台大的时候，对不对？你还有权力吗？跟影响力？所以刚刚吴思瑶委员会问说，SARS 有争取21，为什么你没有？那我并不知道，我只想问说，今天你还有权力的，10年后我们的科技防疫会不会做得比今天更好？
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哦。那我是有一点点怀疑了。当然，今天我觉得已经做得不错。那今天很多委员问的东西，如果刚好有看科技部的，发现科技部有那个脸书专业哈、哦，脸书专业的话，其实会发现其实快筛疫苗很多东西里面都有讲哦。那事实上做得不错，可惜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个专业，因为你那个专业的宣传就是有10,000多人，大概是我的粉丝专业的1/6的影响力哈、哦。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部长想要让大家更知道科技部没有这么的看不到，从专家身份都做的话，可能我一个小建议啦，高薪聘请有科技能力又有社会沟通力的小编、哦、可能可以快速让大家更了解科技部到底做了什么。那我刚刚已经讲到，就是10年后甚我们能不能够更积极的参与防疫的话，就回来看，就 SARS 之后，不晓得部长有没有了解过？那我是发现我们医疗体系其实真的，我们全民都看到了，他得到教训跟检讨。可是别的领域呢，如何降低人民的恐惧，或是当时也有口罩的议题，还有包含就是说公共卫生，像我们当时就遇到的隔离跟监督的科技哦，就是当时的科技部有没有相关的研究会去关心这个重大的传染病的议题，而且当时台湾其实受影响的很大、哦、那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回到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没有、哦、就是说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科技部有个长期的议题就是重理工轻人文社会，不是因为我是人文社会背景我才关心这个问题、哦、我先用个简单的数字，2018年、哦、人文社会的人才在我们科技部领导下占24%，可是他们只得到15%的预算。那大家可能会讲说，因为你们人文社会就只要买书啊聘助理就好了，不需要做实验哦。可是我想讲的就是说，这跟我们科技部思考的科技跟人文的是不是鼓励科技跟社会要有关系有关哦。那我想部长刚刚有个关键字很重要嘛，小国大战略。什么叫做小国大战略？台湾是小国，我们的大战略是什么？大战略有对外跟对内。那我们如果跟美国比，我们一定要战略比他超前嘛。那美国的科技部的大战略是什么？那我想不知道，我想部长常常出国，看你在各国的签约这边非常的努力，我也看到很多到各国找人才哦。那这部分的交流很多，但是我自己去看美国联邦政府的 NSF 国家科学基金会哦，他也是要对国会报告的哦，就是说不是只是说学术界的人、研究界的人懂就好。可是我要告诉部长哦，我昨天读这个报告书，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才拿到，读了很辛苦，里面有一半的东西我看不懂、哦、可是我读美国就是国家科学院用英文写的报告书还比较好懂一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哦、虽然一个是英文的，然后怎么是中文的。那他讲到就是说，他们支持的计划有2个标准，不管你是做科技或做什么，全部都有。第一个就是 intellectual merit， 就是知识的攻击或者知识的贡献，这个部分当然是专业人才才能决定。第二个一样重要的标准是 broader impact， 是更宽广的社会的影响，我们简单把它翻成社会影响力。而且他要求审查的时候，审查人才就要有这领域里面，不能够只懂土木或者只懂疫苗。我们简单讲，审查人员就要有这样，否则我无法知道要不要给他一个钱。譬如大家关心的火箭，今天如果你只剩1亿，那台湾是要支持做火箭，然后也许有机会上 Nature 杂志，还是要支持一个疫苗？好，跟这个疫苗也许在1年后2个都有可能失败，我们会有新的结果，你怎么评估？好，一个可能让你在科技上顶尖的杂志，另外一个是可能会影响很多人。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的话，可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审查人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想问就是说，我们科技部有没有准备好在审查的过程审查的人才，还有台湾到底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挑战？因为美国的国科会有讲到他们的研究要协助美国解决他们遇到的大挑战，台湾遇到的大挑战是什么？那我不知道部长是任由别的部会决定吗？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研究中只有在50页报告书说，2018年7月31日做了一个我国百大社会课题的研究。可是以我一个社会学背景来讲，你好像是问各行各业的人觉得社会大问题是什么，然后你们认为可以对政策有帮助，对要研究什么有帮助。我觉得科技部如果自己有这么多研究人才，那对自己做一个主体，能不能了解未来的科技研究它的社会
影响是什么的话，科技部应该要有一个自己有主体性的看法，而不是说经济部需要什么，文化部需要什么，国发部需要什么，我们就配合它。那为了让我今天的质询不会变成过眼云烟，那我比较人比较善良，三个月后可不可以针对这个部分给一个报告。那最后我还有一点时间，我想问的另外一个我长期关心的问题，就是玛丽居里夫人在台湾会不会跟她的先生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做实验。当然这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性别主流化在联合国推了很久，我们的政府也推了。那各位也知道，学术界美国的哈佛大学一位男校长就曾经下台过，就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出生的耶鲁大学也非常重视女性科技人才。那部长讲到你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培育人才，而我们关注还没有回来的，还有你其实也做了很重要，有些人才在他的领域可能留在国际比回来更好，对不对？那我想问的是，已经回到台湾的人才，已经进入到研究机构的人才，他如果没有发挥他的研究力，是不是就是一个浪费？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都是有很好的标准都进去了，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占39%的人，可是他们的研究经费只到24%。那科技部有在努力，我并没有怪你们没有努力，可是从你的努力，2018年到2011年，你的科技部性别平等计划，你们推动的目标2020年现在是只拿到24%的经费，它有39%的人。2020年的目标是24.07%，2021年目标24.22%，再来是24.38%，2022年每年只提高绩效目标不到0.5年。部长知不知道依照这个标准，什么时候女性居里玛丽居里夫人在台湾才可以得到跟男性一样平等的机会，还不要说超过，部长算得出来吗？我刚的数学很难哈，我帮你算好了，50年才能达到。依照科技部自己支持的性别平等推动计划，这在各部会中是做得非常差的哦。那我知道这不是部长的责任，这是长期的议题。可是部长，你有权力跟影响力，在你任内是不是也可以三个月内给我一个报告？谢谢。好，谢谢。我简单回应后面那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那是根本报告，我也是进来看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们确实有一个数字说，学界的女老师大概35%上下，那我看拿到科技部计划只有24%左右。但你们每年的，就是，所以我们目标业绩才0.5%。对，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提升我们女老师参与计划的这个潜力的计划来辅导他们。那这两年来已经从24%增加到26%，所以两年我们的那定的目标当然比较保守，因为不知道，所以太保守了很容易达到。那现在我们目标已经超过2%，所以这个速度需要50年呢。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科技部的计划，我们在审计划的时候也比较特别，因为我们都来自学界，知道学界讲究是 peer review 了，所以我们也不会主导说是我去审计划，都是学者审学者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尽量去引导说让这些人可以有竞争力，让他提到优秀的计划。那这个是我们还是会努力啊，因为这个效果看起来是有，就我们真的把这些女老师能够拿计划的能力提升了，那我们会朝这个继续来努力。好，那至于其他刚刚委员提的部分，我们在做进一步的说明。像 NSF 一年2000亿的预算，所以他那对，我跟委员说明，其实那时候我进到科技部第一年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把学者在审，虽然是 peer review， 可是我们就要求说，也要审这个计划的时候，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就 innovation， 跟刚刚讲的 NSF 第一个是一样，第二个就是 impact。那时候我应该还记得有学界反弹说，那是不是要变成写作文的比赛？我说不是，我们是强调说审的时候要看这个计划是不是有 global 或者 broad impact， 那这是国际的趋势。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审查人，譬如说科技部今天土木跟疫苗的审查者，他有看出社会影响力的能力吗？这也是一个跨人才缺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然后指标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指标？而且今天我换到谁审查？他的标准就是这个问题重要，另外一个人审查的标准就不一样。科技部有没有自己为主体的社会影响力的一个一致的指标？好，谢谢，谢谢部长，感谢，请多包涵。好，谢谢范委员。好，接下来请郑正乾委员。主席，请一下陈部长。 好，请陈部长。
哎，郑委员好。部长好，这是本席第一次的发言哈。其实刚刚有好几个委员啊，都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非属一号的问题。那本席对这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关心哈，非常的关心，因为这牵涉到我们台湾究竟要不要发展太空产业。那您刚刚已经有回应过了，我们要发展太空产业，对不对？好，对吗？好，对 ，OK 好。那本席关心的是，在非属一号这件事情的幕后，哈，我们的政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非属一号它一开始要发生就发射就一波三折。那一波三折当中的时候，细节我就不太去讲了，因为刚刚有几个委员有讲过。那本席想要讲的是，这块土地，因为既然我们要发展一个太空产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配套。那本席非常非常的意外的是，我们在南田部落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受委托的公司去发射这样子一个火箭的时候，那么过程当中竟然违反了这么多的法律跟规定，最清楚的一个点就是他违反了土地的使用。那么他用了两笔土地，用农牧用地跟林业用地，然后用养殖鱼虾的方式去申请，结果养殖鱼虾养鱼养虾之后就变成发射火箭。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扯了。我们从地方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件事情简直是匪夷所思。即使台东县政府用了违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规则，然后给了他罚款两次，罚40万。可是我觉得这件问题凸显出来一个整个中央在发展太空产业这样的一个政策当中的时候，怎么会这么不完备？那我们在想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这家公司的背景硬，他克谁，还是完全便宜行事？然后中央这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本席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一个状态。因为一个这么重大的产业，而且科技部委托了竞争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过程当中他也刻意的回避了部落諮商的同意权，我们原住民基本法里面21条的规定。那这个部分回避掉了之后，然后去找当地的地主一起来回避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也就算了，当作他已经被解决。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对于整个原住民土地的尊重显然是不足的。刚刚有好几位委员都提到了这件事情。好，那本席接下来想要问的是，即使说现在他跟原住民的土地有着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本席还是很难理解，我们现在即使同意了你用我家的农地，难道就可以在这农地上面盖饭店吗？部长可以吗？肯定是不行嘛，对不对？对，就是还是要遵照相关法令来进行了。是，所以这肯定是不行的事情。所以本席就一直很难理解，这么基本的一件事情，竟然在我们重要的国家太空产业政策当中，竟然它就活生生的在我们前面发生了。那发生了之后呢，刚刚部长你有回应哈，其他几个委员的时候你有回应说，其实你不同意这样的方式使用，只要是违法的东西你就要把它卡下来，对不对？哈，好，那本席也认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之前国院他这边的回应呢，我们就先跳过去，因为您刚刚也都在重复过了一次。可是本席想要讲的事情是说，难道政府委托出去给民间的案子之后，当中所有的程序都跟政府无关吗？部长，肯定不是嘛。所以您刚刚有回应一个委员讲到说，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情况啊。是，像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相关的法律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土地的使用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同意它发射的，对不对？对。好，那所以就说，政府委托案子出去之后，政府其实是有责任
要去继续去监督，去看他的所有程序是不是合法，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大目标，中间其他程序争议全部都忽略掉，对吧？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厂商他讲到说，他三月中要开始再重新再布置，四月要去发射这件事情。如果整个的程序没有办法完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跟委员说明，当然现在各个法规都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上次科技部在，厂商其实有发文给科技部说他们碰到问题，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有这种违法的事情在做，我们也紧急处理，找各单位来看说各个法规是怎么规范，其实就是特别要求说你应该遵照这个才是合法的做法，那不遵照这些做当然就不行，所以各单位应该本于权责去要求他，因为科技部其实是委托民间在做这些发射的事情，我们委托的相当多啊，那国外在做发射也不会说来要求说科技部去帮他做前置的这些事情，那代表民间支持民间，当然政府角色要协助，所以那时候我们尽快的帮忙说，台中市政府当然要求是什么，那搞清楚以后，我们也要求厂商说你要接科技部的案子当然要遵守这些相关的法规。石部长，按照正常土地使用的一个变更或者是一个特许状态，它很难在一个月去让农牧用地本来要养鱼养虾的就变成那个火箭发射基地，以我们正常的判断来说，这样的时间都是不够的，都是不够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会不会让这样子的飞鼠计划胎死腹中，跟这个厂商会碰到解约的问题？对，我们当然有几个协助，就是站在政府协助民间啊，除了法令之外，有时候也要协助说排除一些障碍。所以有在报或有人会报告也说，如果火箭发射确实是政府政策要来协助，那以现在的安全的一些要求，包括环境评估的要求，我也跟行政院报告说，也许应该是国家来建置一个发射基地，然后让民间来租用，这是比较妥适。所以这是做法上还是合法，还是这样？因为你还是经过环境评估这些考量。是，部长感谢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支持你的几个论点。第一个，如果我们的台湾的太空产业政策产业要继续的发展，那我觉得应该由国家来设立一个火箭发射基地，这样才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否则我觉得类似的问题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对于整个太空产业政策来讲，我觉得事实上说要发展，事实上根本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这件事情本席希望部长能够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件事情它又牵涉到很多跨部会的问题的部分。那么本席很怀疑科技部这样子的高度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请部长回答一下？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牵涉的各单位的法规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上次召开跨部会会议就是要帮忙解决民间的问题嘛，哈。那所以那个法规其实是在那个地方。那现在的症结就是国家要不要建置这个发射基地做评量，如果要，当然民间可以来租。那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科技部对国际这些的状况是了解的，国际上这几个重要的发射也都是国家建制发射基地，那如果民间像美国现在发射最多的，它其实是跟国家租用几年的合约这样来做。OK， 所以这个策略就要看说政策。那也跟我们报告，我刚才也提过，我们现在在执行的太空三级计划，当时行政核定的时候是没有火箭发射这一项，是因为那个到底它的产值是不是适合我们投入，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评估。我同意。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本席希望部长能够迅速的解决，因为我们刚有个委员有要求你要做针对这问题做专案报告，所以我这问题现在这边打住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竹科的问题，因为现在竹科、中科、南科都碰到了五缺的状态，尤其竹科的问题更为明显。竹科的问题碰到更为明显。好，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竹科为了台积电正在努力的想要扩大园区的范围。那这个部分除了台积电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厂商他们也需要。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竹科这边五缺，很多厂商哀哀叫，
部长，我们这边要怎么解决？跟委员说明，就是说现在科技部所属的三个科学园区在两年前其实就已经启动长期的规划，然后现在这三个科学园区其实都正在做这个扩建的准备了。那土地的扩建就是需要时间，所以虽然两年前发动，我目前比较顺利能够完成的有一些环评的部分、环差部分都已经做完，那竹科的部分也是因应这个要件，所以当时启动，那启动计划要给行政院，所以像一期现在可以启动，可以开始给厂商建制，那是一年多前我们就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科技部其实有掌握这个产业的趋势，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产业要的部分把部长，感谢啊，因为我是新委员，所以之前的有些状态，我也许我不一定了解所有的资料，所以本席希望部长这边哈，可以把科学区那个长期发展对完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给本席一份，是，而且要委员支持啊，因为新竹就是你在地的区域，更需要这边大力的支持，一定会是。对于台湾未来发展有好的政策，本席一定会强力的支持。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郑委员，好。接下来请陈嘉华委员。吴嘉的嘉。主席。好。好，我们请部长。好，请陈部长。陈委员好。部长好，好。部长，这几年来我从竹科、中科哈，因为我在新竹也住了八年，是，好，那我在清大，在食品研究所，好，然后在中科这边就是也关心大肚山啊、台积电这个案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南科，哈，南科我住台南也超过30年了哈，所以在然后我也在大学哈任教也超过30年，然后在研究所食品研究所也有6年的经验，所以其实长期以来我就是在研究机构跟大学哈。那昨天我也在这个立法院这个总咨询那边，我也提到就是科技部哈。科技部在这一次防疫的预算的这个争取哈，那我觉得就是有漏掉。那刚刚我也看到许多位同仁哈也提出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是我们知道科技部是国内的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科教、工程技术、生命科学的一个龙头老大。那防疫或者是在这个纾困哈，这个项目其实跟人文跟自然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了哈，所以科技部这边在这一次没有提预算本席是觉得非常可惜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SARS 那时候也是都有提，那我当然知道部长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哈，下一张哈。那这个预算的编列就是说在这个防疫期间，那这个病毒呢我们也知道由国内外的相关的一些报道，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美国疾病中心这些欧盟这些的相关机构都有提出了哈，所以如果科技部这一次能够跟其他部会哈再争取一些预算，我们认为可以投入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甚至防灾机构相关的一些研究，好让尤其是国内很多大专院校的相关科系都能够有机会去生产很多优秀的老师哈，研究单位、研究室可以有机会去做这方面的申请。好，部长，那请你先回答。是，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哦。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就立刻组了专家会议，来检视说科技部现有的能量如何来协助这一波的防疫。那各也跟委员报告，其实科技部在这几项技术已经累积十几年的经验了，所以也就是说这十几年来投入的经费，事实上已经培养相当多的基础的能耐。所以这一波要做紧急的这个打仗的时候，大家
的评量是说实验室现有机制来做转换就够了。那因为我时间很短，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请部长说明。好，下一章哈。那另外我要讲的就是有关那个南科哈，在那个冈山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桥头科学园区的规划了哈。那这个地方它是要去征收台糖的优良农地哈。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好几百公顷，那也要进入环评二阶环评的阶段哈。不过就是现在本席还有时代力量这边都有接到许多陈情哈，就是针对在优良农地上面哈，要做工业区，要做科学园区，甚至要做这个光电啊哈，甚至其他的再利用等等啊哈。那桥头这边有一个中期有机专业园区哈，下一章哈。那这个园区是当年农委会跟高雄县政府当时他们去游说很多有机农民，他们来这边来做耕作。那他们成立这个园区，当时候的地方政府也承诺，就是会让他们非常永续的去做经营，所以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一生的积蓄啊、心力啊，都已经投资在这边。那到目前为止哈，下一章哈，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比较能够有收成的这样子的现况了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哈，它占地这么大哈，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在目前这个农民有机种植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大约30公顷。那这边的农民他们希望就是能够结合这个他们的有机农园，在附近有滚水坪的这个泥火山的地质公园哈。那我们知道目前科学园区很多工程师他们都要用很多脑力，所以如果说桥头科学园区能够重新做一些规划，让这边的这个有机农园再结合地质公园哈，能够发展成一个生态观光，甚至结合科学园区的这些结合，让他们能够永续经营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请部长能够考虑重新规划这个桥头科学园区的这个基地的这个部分。好，请部长。好，是，谢谢委员关切啊。因为桥头科学园区在行政也是各部会来协助啊，所以我们也会跟农委会、环保署一起来努力。那确实，我们现在也有规划一个滚水坪的地质公园做保留，所以整个科学园区一直在规划的目标都希望说维持科技的发展，可是也维持整个环境的永续。但是现在这个有机农民呢，已经就是变成，如果说政府不信守之前的承诺，变成会让他们倾家荡产，所以这个部分也请部长这边再跟其他部会要做审慎。是，我们会跟农委会一起来检视。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郑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好，请陈部长。孔吉回来了。哎，郑委员好。哎，部长好哈。这个委员是刚才几位委员所关心的哈。这个我们科技部所成立的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太空中心所委托的晋升公司，在2月13号。要试射火箭。这个晋升公司啊，总共标得我们政府啊，也就是拿了政府5480万元的经费来要发射火箭。事实上，它的事实的状况是违法，然后欺骗了原住民，也欺骗了政府。为什么说是欺骗原住民？这个养虾场，他申请的是养虾场，结果后变成是火箭的发射场。晋升公司欺骗原住民，就如同啊，
1975年，啊，要在兰屿盖罐头工厂，结果变成核废料储存厂。隔了这么多年，啊，当时1975年，欺骗了我们兰屿的原住民。现在2019，现在是2020，去年，2019年，养虾场变成了火箭发射场。除了欺骗原住民，也欺骗了政府，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哈，啊。我们看这个，它是一个哈，啊，农地、农牧用地，还有林业用地，它也是原住民保留地，我们原住民私人的原住民保留地。他说他要养虾，跟我们的乡亲说他要养虾。我不知道他是部长知不知道他是承租还是什么还是合伙？不了解，对，哦。我其实是后来看报才知道说他要在那边发射。啊，所以他是一个农牧用地、林业用地。他是怎么样？晋升公司啊，他去设定，因为他是养虾嘛，哦，他是农牧用地、林业用地，所以他去申请了什么呢？农役钱呢，啊？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违法的东西哦。一个公司怎么可能去可以申请农役钱呢？所以他一定还有其他的违法的问题在里面，啊，这个没有人告诉我，啊，到现在为止啊，上次我跟高金素梅委员有请的这个你们的同仁来，啊，你们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啊，应该去了解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取得农役钱，他是一个晋升公司，你们很清楚啊，对不对？他怎么可以取得农役钱？所以也是违法的，他欺骗了台东县政府去设定的农役钱。这个设定农役钱是在政府的地震资料啊，地震系统资料里面设定的，这个不是说自己说错的，是在政府里的地震资料设定的农役钱，所以也欺骗了台东县政府。那之外就是这个违法的部分了，啊，晋升公司啊严重违反七计划法，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那原住民族基本法很清楚啊，这个第一个，因为它是原住民保留地；第二个，这里是我们南田部落啊，南田部落这个排湾族的一个部落。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啊，他这个政府或私人啊，要在原住民族土地啊，还有部落，它不只是原住民保留地，是土地，原住民族土地又是部落啊，所以他要从事这些开发行为都应该要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他没有，完全没有。第一个，他欺骗原住民，然后又违法。那七计划法当然就很清楚了哈，这个刚才讲了哈，这个它是一个农牧用地、林业用地，它当然不能作为啊这个发射场。我们原住民呢，啊，这个土地啊，其实哈，啊，也没有很哈，啊，也其实很平缓，但是被列为林业用地，我们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吗，部长？我们只能造林啊！我们在这林业用地，我们连盖房子都不行了，啊。我们自己乡亲呢，啊，要盖自己的房子或农舍都不行了，啊。所以你说这个未来，他如果透过你们的相关的这些机制啊，哦，你们现在行政也开会很重视，找了相关部会。哦，要怎么样把这个变成符合发射火箭的发射场的使用分区？那还得了？什么叫还得了？那我们所有的原住民，几十啊，从有七计划法开始，从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开始，我们就受到限制了。
我们是受到限制多少年了？然后一个拿了政府的钱5480万，他根本不怕罚，为什么？因为有你的钱呢、啊，他不怕那个台东县政府罚那个几万块几万块，他算得很清楚啊，他算得清清楚楚，那几万块算什么？我有5480万，是这样。所以部长欺骗原住民，欺骗政府，然后又违法，像这样的这种标案啊，政府的标案都还是要依法令的，对，这没有错吧？对，没错。哎，我们条约里面也有这样设定。所以、嗯，他说还要再发射。科技部啊，科技部作为主管机关呢，应该就要要求他，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了，不可以在这里了，换地方了。部长你也说嘛，国外都是一个相当的。对不对？完备的火箭发射的场地啊，这个地方怎么会完备啊？不可能完备嘛！啊，部长，是接下来怎么处理？我想第一个当然会要求公司还是要合法，而且照合约我们要求，他也切决，他一定会为这个依照我们的法令去行事，所以第一步就是这个我们也要求嘛。那所以这边我们还是要求，你有违法，那相关单位应该去执法。那也不是拿着科技部当幌子。老实讲，我觉得科技部也是很受委屈的受害者。那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求所有都要合法，我们才支持。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政府政策要做，那一定要有政府国家的规划，不能这样。这两个部分我们同时都在进行。那我们也跟厂商现在的承诺，其实也对。太空中心有这样的承诺，他一定会遵照法律相关来做。我目前会去盯这一块，好，请委员放心。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后续还会继续谈，好，所以你们尽快的来做妥善的处理。好，谢谢郑委员，好，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陈部长？好，请陈部长。孔委员好，好久不见。孔委员呢、啊？不是，这个不是高委员，姓孔啊。对，孔委员呢、啊？我是孔委员、啊。你应该是讲高委员还是孔委员？没有，我说孔委员。好，因为我说好久不见了，因为没有在委员会里面看到你很久。可能是我最近比较少来咨询你了，所以这印象比较不深刻。请多指教。好。那个这整本报告我看了哈，其中只有谈到原住民三个字是在第32页，好，其他都没有，就这么一小段。你这本报告书是100多页哈，这本就是深化族群研究与原住民族研究，一小段而已哦，大概才10行。那你们科技部那个明显是忽视我们原住民嘛，你这整本100多页的报告才10行是谈到原住民。过去国科会谈原住民的话是把它当成一个研究，到了科技部呢，原住民只是一个深化原住民研究。不知道你对在科技发展基金也好，在你任内的所主管的，你有什么计划能够来培育原住民的科技人才？所以我们现在原住民哈，几乎没有什么科技人才啊，好，没有什么科技人才，因为你科技部根本就不重视嘛，对不对？你们都是研究，鼓励学者从跨学门或跨领域的宏观视野，立基于台湾发展的经验，到最后结果呢，就变成是集结为16本专书，叫做《台湾南岛语言丛书》，然后呢，又把原住民传统惯习部分集结为法律案件实务审理上的重要判例参考，到最后研究原住民，去出国干嘛啊？研究写了回来，都是写一个研究报告，然后由研民会来从丛书做这样的一个集结，
你们有没有想到原住民地区的科技发展要怎么推动？部长，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原住民地区的科技发展？我们要怎么样善用我们科技的力量，怎么样在原乡地区布建网路宽频这样的科技啊？你想看我们原住民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需要我们科技啊，能够怎么样改善我们这个原住民地区网路搜寻这方面的困难，不管是在救灾还是怎么样啊。昨天就有一个原住民族电视台到了花莲县秀林乡碧绿神木那边啊，因为有一位我们仁爱乡的牧师失踪了 失踪第四天了。昨天我都在联络那个空勤总队，联络消防署，后来终于派了直升机去救援，然后原住民电视台呢已经在那边在那边采访了，要把那个当时那个救援的画面要把它传输到台北原民台的时候，那个合欢派出所根本那个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传递网络的设备，没有。所以在秀林乡这么大的一个区域，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科技的力量科技发展基金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把加强我们的网络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原住民地区的网络宽频的这个部件，部长，你过去你都没有在做吗？是，跟委员报告哈，其实在原住民宽频的建制，在前瞻基础建设的数位建设，当时就编列相当多的经费，就配合 NCC 还有原民会在各地做这个原民乡的这个编制。如果记得没错，当时还希望说乡乡都可以到这个我记得是100枚以上的这个宽频的。到目前为止，对，所以那个应该是在那个建设里面，因为它是属于建制，所以建制当时编列相当多经费。目前为止只有好像是只有复兴乡了，花莲秀林乡、南投仁爱乡这个灾区这么严重的地方，你到时候要救灾要干嘛？委员，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因为这个当时经费在数位建设确实有编，而且详细数字我要查一下。可是当时是所有的原乡都有放进去，而且这个是 NCC 当时的重要的指标，所以建制的部分，我想我们会查一下，看到底状况。这个经费是不是跟你们科技部有关系？那是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编的，因为当时是一体要把它建设。前瞻基础建设嘛，对，不在这里啦。对，不是，不是这那科技、这个、科技发展基金，这个还是做，这个是做研发为主。那当时那个是建制，因为你要网络，委员要的是那个网络的服务要起来嘛，哈。所以那时候也看到这个问题，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才会编这个部分，而且是连原乡，不管是卫生所啊，那个学校啊，相关的项目，这些教学我知道都有起来。对，就是那个建制都有。部长，你把那份资料给我。对的，好，我们查一下那个数位建设里头那个资料给我。这个是 NCC 在推动。对，那当时经费我们都编在那个地方给他去执行。好，那我们就查一下，因为当时还有定指标。特别是我们秀林乡最需要这样的一个，是对，这样一个网络的偏网络的。对，当时就至少说偏乡要能够到100枚是低标，那有一些是能够到比较核心的区域，要到湾区以上，所以那时候都有在数位建设里面把它放进去。那其实我们关切的是说，像原住民科学科普传播，这个我们都有计划在执行了，并没有说转了以后就断掉。其实我希望部长你要引领一套哈，引领一套就是说怎么样去培育原住民的科技人才，怎么样在原乡地区怎么样去加强它的一个科技发展。我刚才就举了这个例子而已啊，就举了这个例子，其他谈什么都没有用。好，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孔委员。好，接下来请林思明委员。好，不在。好，请刘世芳委员。谢谢主席。我麻烦请科技部的陈部长好吗？好，请陈部长。是，然后也请行政院的科技办公室是吧？还有相关的司长，我要问的就是 SpaceX 的部分。刘委员好。是，部长早哈。刚刚有几位委员关心的议题呢，当然是属于我们这次低轨卫星的发射好像不太成功嘛哈。那我要问一下，这个低轨卫星我们要发射的主要目的是做什么？
我们在我们台湾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什么？譬如说，我们已经有福卫七号已经发射出去了，好，那它的主要的应用产业大概在譬如说气象端，好，那我们这个低轨卫星的发射不会只有做这个主要的这个研究嘛？应该是未来有一些应用产业嘛？跟委员说明哦，就是两个面向了，低轨道卫星的应用主要在通信。好，所以这是通信，对，通信为主体。所以目前我们的国家的太空三级计划并没有低轨道卫星的这个项目，没有包括进去是吗？那我不可以请教一下哈？目前我们台湾现在有关通信的部分呢，大家比较夯的大概就是5G 嘛，哈。那未来的低轨卫星如果可以发射成功的话，我们也可以融入未来是6G 要发展的方向吗？有没有可能？我们是不是为了超前布局的关系？目前的6G 的研究当然还在储备，那大家也在预估说6G 有可能是用，就是相关的技术还没有到位。那我们为什么已经跟那个SpaceX 签署那个MOU 呢？是由行政院的科技汇报办公室主导的吧？那签署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请？我不晓得你们的大名。我们虽然跟有机会跟 SpaceX 有所接触，可是我们并没有签署 MOU， 哈，这个新闻应该是误传。没有签署 MOU， 没有。好，那没有签署 MOU， 所以我们如果要发射所谓的刚刚大家提到的飞鼠的这个低轨卫星的话，我们的主要目的也只是未来做研究而已吗？还是说可以为未来我们自己国家的资通讯、电子或者精密产业这些，可以融入所谓的这个 SpaceX 的供应链来做准备，也是属于产业发展、太空产业发展里面的一个多元面向之一。对，零组件产业的部分，就是太空产业发展本来就是锁定是零组件产业能够进到这个太空领域，所以我们跟 SpaceX 它现在的低轨道卫星确实有不少，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产业变成它的重要供应商。这个是我们变成重要供应商，那我们又没有跟他签署 MOU， 这两个是不是矛盾？是不是有先签署，还是我们已经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啊，不见得要政府跟他签。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已经变成了供应商，所以我们有一个太空产业发展协会是吗？那这些到底是由谁来主导呢？因为我们自己的科技部在 LA 的张扬展组长他自己提到说 SpaceX 叫星链计划嘛，哈，对，未来要发展的低轨卫星高达12000颗，目前。那如果12000颗，我们刚刚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提到说，在台东在这个失败的这个案例里面，我们是12000颗分之一，我们要做这个要做什么？应该跟委员说明，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花了300颗上去了，然后他每一次60颗、60颗这样打。对。那所以你发射要去跟他拼，我觉得这个要去评估。但是重点是，他现在发射上去的卫星有很多关键的组件，其实台湾的厂商，所以那时候才会说，重点是我们有一些厂商要能够引导，让他可以进到太空的这个领域去。那有一些我们就透过我们的卫星来做实战嘛，有一些就直接导引让他跟这家公司。所以我们的科技组在那边本来就作为我们的桥接的对象，还有。需要我们尽快把它引入，让厂商可以有对接的窗口。那至于刚刚委员问的另外一块是说，6G 现在的技术，大家还在评估，太空的通讯可能是其中一项，也有可能是加 AI 上去做新的这个传输。这个是中国的华为往这方面在发展嘛？其实全世界现在都在做，就是 5G 加上 AI 或者 5G 加上 MEC 嘛，对不对？对，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在做后。可是这个对我们自己台湾未来产业的布局，是不是看得到吃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别人都很快，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是国家安全的战略的这个评估在内。那我们发射的低轨卫星里面只有12000颗分之一还没有成功，好，未来可能会成功。所以我们在这中间当中所要处理的，我们能够有零组件产业参与的，到底它的利基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我们不是为了争着，譬如说把这些人赶快送去当这个太空产业计划拿到诺贝尔奖，我想不是这个样子，对，还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拿到订单的，拿到订单，拿到订单，就是拿到美国的订单。不管是哪一个，比如说现在各国在推这个5G，对不对？它其实还是一些核心的能力需要，产业技术，比如说半导体，绝对是各种。不管是几 G 都一定要核心能量，或者是电子封装，对，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准备，所以包括说我们现在3D 封装技术相关这些技术的储备，你才有办法，那大国才有办法讲说他要提供这些6G 的服务啊，因为他是做这个服务的基站，那个部分其实是不可能，我们这么小去。那这个太空梦。
这个太空梦想看起来很不错，那请问我要知道了，我们到底要投注多少经费？譬如说我们第一个发射就已经失败了嘛，哈，那当然也有这个地方上会有反弹，会觉得说啊，这跟我都没关系，那个跟对那个跟政府现在的规划其实是没有关系啊，哦，是哦，对，所以你们是盖光三期本来的规划就朝向说把我们优势的这些半导体电子产业能够带上太空这个领域去，所以我们尽快要跟现在主流的这个发射的厂商去结合，是这个意思是吗？可是为什么媒体上面讲说我们六到九年之内就可以完成部署，有这么好，有这么乐观吗？我从来不晓得这个一般市面上一般社会都不了解的一个 不管是这个低轨卫星有所谓的什么微卫星，或者是未来还有什么奈米卫星，大家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结果台湾可以靠这些产业来赚钱，这个很奇怪。现在最赚钱的产业叫口罩吧？最赚钱可能还是半导体的。那没有，我问现在这个时间了，我当然是跟你开玩笑。跟我说明就是说，像微卫星，其实科技部也支持学界做。我们今年也会发射几颗微卫星，但是那个都是叫 cubic satellite， 就是说这种科学实验，我们还是会持续培养我们的人才跟技术。那就是希望说，这些人才技术渗透到业界的时候，业界可以去最先进这些未来通信或者太空的技术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变成是重要一些组件的 supply 就供应商了。是，但是还是很远，还是很遥远的哈。所以放在科技部，对啊，因为现在的星链。刚刚已经报告说，300颗上去的星链，有很多已经是台湾的厂商的产品在上面。有台湾的产品。对对对。好，那可不可以在会后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未来的产业发展的利基在哪里，给我参考好吗？好，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各位。好，谢谢刘委员。好，接下来请洪孟凯委员。主席，谢谢。我们是不是请部长？麻烦。好，请陈部长。洪委员好。部长好。是。部长，那个我想先就哈，先上午，我想几个这个我本委员会的委员也都有针对这个防疫工作的部分，也就跟您有做请教。那刚刚新闻也已经出来，您有一个神回复啊。马上媒体就用这个标语啊，说你不是这类专家，所以说就是比较没有投入。有没有要进一步补充？跟委员说明，就是说，科技部的真正的研究主力都是这些专家们，所以专家们的参与，我们透过长期的资源，让他们在这一波的时候可以扮演指挥中心最重要的这个专家的协助。我想这个是科技部能够提供最好的协助。另外一个是我们长期布建这很多的实验室，所以不管是筛检，不管是治疗检验，其实都是透过这些医疗科技来协助他们。对，好，我想专业的部分了，这一次疫情严重，全球大家都知道，那台湾在这一次疫情的掌控，所以说实在话不分朝野，真的算是可圈可点。对，那当然我想今天委员大家共同来质询，最主要就希望是说，既然都已经不分朝野了，那各部会当然就是捞过界拖下水，大家共同的来做，而不是觉得说啊，这不是我们本位主义太重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样。对对，当然绝对啊，是啊，我们 support 那么多，好，对。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本席这边有看到科技部这里有讲说，228连假之后有三大的防疫工作，分别是落实疫情控制、推动远距工作跟社会经济因应处理。我们先请教这三大防疫工作目前有没有什么成绩，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目前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检疫跟检验跟疫苗部分也建了一个群组，其实目标就是把国内重要这些科学专家都凝聚在一起，以后我们随时交换意见。好，那有任何想法可以提供给指挥中心来做统一的这个发布。部长，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哦，我想这也是大家很关本席很关心的啦齁。你说有成立一个群组，我也看到了。3月2号的时候，我们媒体报道也有写哦，都写说防疫超前部署，科技部五大群组追踪进度。那这五大群组都是用赖群组来做成立，对不对？目前是应该是就是好，五大面向成立赖群组嘛，这个是3月2号的我们的一个新闻嘛。对，重点是专家群啊，就是 open science 的角的概念。是。这个本席就先提出来说，因为我记得从2016年6月1号
当时在前任马政府时代，那时候张善政院长，他以前也是科技部部长，他就有提出说，其实资安也相对重要，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些群组有可能都是国外的公司。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些科技专家，包括我们现在所研发的这个所谓的疫苗，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些，可能之后来申请专利。那但是我们现在沟通的都是用 LINE 群组，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大家使用习惯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在资安疑虑上面，部长您这边有什么样的因应作为？对，跟委员报告，当然内部科技部是很早就注意到，所以科技部内部所有的这个群组，我们是用国产的这个厂商，也要求在地化。是。那对一些机密，甚至有一些机密的保护的机制，这个其实都有在做。有吗？我们内部是用 U 系统，讯联的 U 通讯系统嘛？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还特别，这可能是讯联的新闻啊，我不知道这个媒体的资料，但是。他2019年1月3号，他有讲说赖在建资安及国安科技部采用讯联 U 通讯，好，那所以我就说嘛，我们既然也已经有看到了，也有这个所谓的 U 通讯，那为什么在现在那么紧急，然后又这个专家学者会议又是相关的这一些有什么专利的部分？这当然现在是疫情，可能大家求快。可是如果说之后是更科技相关精密的部分的话，是不是应该也要注意到资安的部分？是，谢谢委员提问。我想这个我们会请团队来做改进哦。好，一开始就真的求快，那外部专家就是没有这个系统。是，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厂商现在也捐给各校这个系统，科技部试用了1年多以后，好，发现相当好用。其实现在各校的演剧的防疫的准备，就是用这个系统在做线上教学啦。谢谢部长说明。那我们会做改进。谢谢。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今天本席想要提醒的哦，疫情很严重，各部会要投入，但是在投入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资讯通安全其实很重要。是，因为本席刚刚也特别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拍摄里面好像跟资安都没有相关哦，就说报告洋洋洒洒啦，今天真的提出来相关报告，有这个整合共用资源，有人才汇集，有创新产业，但是里面是没有提到资讯安全。好，对比之前的不管是张善政院长，张善政部长那时候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资安，强调一直强调资安资安资安，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态度问题。当然也许部长您这个同理整个部还有很多的方方面面需要考量，但是本席只是提醒说资讯安全相对也是重要，尤其是不要让有其他的这个所谓不管是网络骇客啦或什么来有这个破解的空间。好，那最后我只提醒一点，现在有所谓的这个远距工作啊，好像有提到这个三大方向嘛，其中第二方向就是推动远距工作嘛。那其中特别有提到是说研发线上上班系统，说公务员如果在家隔离的话，也可以线上处理公文。是，我印象中公文处理系统应该在各部会是走内网，那如果说公务员可以在家处理线上公文的话，那就走外网啊。那这样是不是也会有资安的疑虑？对，当然，所以要先把那个资安的整个做准备，所以才会说那个也是要先准备好才行。好，所以我今天时间到了，但是我提醒部长跟我们今天所有科技部的官员，不要为了求快，不要为了表现，不要为了说赶快交出成绩单，防疫超前部署，大家都在做。也这个名字也很好听，但是除了防疫超前部署以外，我们自己本职的我们的资安还是要维护，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黄委员。接下来请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好，请李桂明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好，请陈部长。李文好，部长好。部长是内阁里面少数有国际视野的，所以我们很抱歉，就是说对你呢有很多的期许，那也希望呢你是不是除了这个科技之外呢，其他也可以透过不管是在各个场合能够带动这个国内的这个国际观啊，能够上这个国际轨道。像刚才提到那个 SpaceX 啊，
我觉得那个报告啊，您的报告可能真的是比较容易让别人误解，就是说，哎，我们好像是 focus 在这个太空的这个领域啊。那像我们知道这个实务上面的，我们知道您的用心了，你就是要把这个国内的，因为毕竟现在台湾在国际间比较有竞争力的还是 IT 的这个产业啊，所以你希望借由的这些跟国际的顶尖的这个合作，能够把台湾的这个能够带入这个国际的顶尖计划里面的一个供应链嘛，但我觉得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达到这个教育的目的，那也可以跟这个可能台湾的民众，让台湾的民众了解一下，每个计划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说，哎，是太空计划就是我台湾要去做这个进到这个太空的领域，只是说透过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上来啊。那本席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里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很重要，单凭政府的力量，行政单位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够达成，第一个预算上面来讲也有它的限制，时间点可能也要久，所以我们应该集众人之力集众人之力能够达成这个目标，能够集众人之力，我相信部长您以前在学界所以其实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产官学的合作能够合作，如果能够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力，用每一个人的力量，把台湾还有台湾的企业呢，能够把它拱上这个国际的舞台。可是谈到这个产学合作啊，部长，这个我就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报告上面写的都很好都很好，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就是说各部会之间的横向的沟通啊，是不是没有真的做得好？因为在您的报告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希望能够让台湾的这些的学者专家呢，能够像 Stanford 一样， Stanford 的教授呢，他不仅仅在学校教书， Stanford 教出来优秀的学生，他参与他的这个校外的一些的企业的经营之后，其实每一个 Stanford 的教授荷包都满满的，他脑筋里面不需要去想别的东西，他只要想怎么样子把他的研究案做好，他就能够生活无虑，甚至比别人过得好。那我猜您的报告在提到产学合作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可部长，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说那个计划很好，你虽然也让这个法令适度的有一些的松绑，部长，我想请教您，您知道现在的对于学校的专这个学者对于学者如果去到企业界里面当董事，因为在您的报告里面提到说放宽嘛，对不对？对，他去当董事的时候啊，这个实际上面在选之前呢，要先经过学校核可，您知道这件事吗？我知道。那我要请教你，就是说董事是选出来的呀，他并不是派任的，对不对？他并不是派任的，怎么叫人家在这个委请他当独立董事之前，然后先跟学校取得合可，他不见得选得上啊。只有一个概念上面来讲，他觉得他一定选得上的原因是说，他的脑袋里面想的是说，董事就是我派的，我要派谁当，但不是啊，在民间企业里面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讲说，这个部长，你们的横向内阁里面的横向的沟通是出了状况还是怎么样？我想当然这个就是牵涉说有一些案例需要的管理，所以先后次序上的考量当然有它的这个因素。那以国外的例子当然都是这个选上以后再来征求学校同意，啊，这个是比较合理。是啊，都还不知道他选上还是不选上，然后又先经过学校核准，学校核准之后他选不上怎么办？就是思维逻辑的方式显然还是落入在传统的官僚体系里面，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真的能够落实这所谓的产学合作吗？
没办法呀，我们其实真正要拜托部长的就是说，您在学界有经验，您在这个科技业也是，因为我看到您的报告里面就是说怎么样把台湾的这个供应能够串上来跟国际上面接轨，这个用心都是非常值得 肯定的，但问题在实际上面的做法可能是不是还是要在横向的沟通上面，不要在法令的松绑之后然后用行政体系的一个力量达到又去钳制，你是要钳制它，它就不可能发展。台湾这么小，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它才有办法。第二个呢，我要请教的就是说，关于跨领域的一个合作。关于跨领域合作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 IT 产业是很蓬勃的。对。可是跨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我们讲说 FinTech 的部分，它其实也是跨领域的一种。甚至于医疗的部分，尤其我们现在台湾的年龄层老化，对不对？长照的这些部分都是跨领域的合作。那跨国的合作的部分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先讲一下标题。跨国的合作的部分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我要特别讲，刚才说 SpaceX 没有签合约要进入 project 的几率不太大了所以呢他可能没有跟政府签约，他可能跟民间企业签约。但我还是希望我还是希望部长前面提到的这几点，跨领域合作、跨国合作、法令的松绑、科技部少见的有您像您这样子国际的人才，拜托一下在行政体制之下沟通一下，让台湾的企业也好民间也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上国际舞台。以上，谢谢。是，谢谢。好，谢谢李委员。好，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来，谢谢赵伟，请这个科技部陈部长。好，请陈部长。来问跟社科司林司长。好，林司长。林司长，刚刚来你们班来，没有被叫过哦。他刚第一次来立法院。来后，来问跟社科司邱文豪。我先问一下这个科技部底下的来问跟社科司哈，林司长。哪一个来哈？对对，他是台大经济系系主任，我把他借调过来。是啊，这个当然，科技部底下人文与科社科司是一个司，所以你作为司长，但你也是一个学者哈。目前这个司的编制能力有多少人？目前是大概34位。几个科？两个科。两个科三，那一年的预算有多少？44亿。44亿。那其中有33亿左右是属于比较基础的预算，基础研究的预算。能不能再具体一点？44亿是年度预算哈，那33亿比较基础的，基础的什么？你是人文跟社科是对对人文社科的研究吗？对，就是人文社科的基础研究。那主要基本上还是都是学者自由发想，然后申请，然后我们透过一个那个学门的审查程序。然后来给他们那跟这个中研院有没有什么这个叠床架或者分工上的模糊地带，或你们跟中研院怎么去划分呢？那中研院的学者其实他也会来申请，中研院里面如果是人文社科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会来申请科技部的研究计划，所以我们包括学门召集人包括副审委员其实都包含了那个中医院的研究人员跟各大学的学者。这个 input 我大概了解，就是44亿哈，但主要是做一些的这个基础的研究。那如果牵涉到要解决社会议题的相关的实务性研究，这是不是也在你们这个人文及社科司？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专案型的计划，比方说哈，在施政报告，我想这部长可能部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里面这个施政报告里面，其中有一项要解决社会议题方案等实务性研究，包括环境资源教育、中药疾病防治、食安的问题，另外还有高龄社会的问题等等，这些是跨部会的吗？跨科室的吗？跨领域。就是说不同，你可能有人文，可能又有一些专业的或者理工方面的老师一起去提案过来的，那就是比较是指定题目。所以刚刚林司长提到的是说，学门的话在人文社会科学总共把它分成25个不同的领域，所以25个，比如说有人是做哲学的，有人做艺术的，有人做运动的，你就让他专业自己去有一部分的经费去让优秀的团队可以拿到计划，这个就整个花掉30几亿。那另外就是我们部里
整体这个对社会议题，我们会以说社会的需求，比如说在看到现在的议题，那我们就专案，那专案就是会让团队自己去形成，那我们由专业来审定说这个适合做，就给他经费。好，现在既有的机制哈，这个社科司，能问社科司成立多久？我们从立从 OK 好，科技部有就转型，这个成立科技部都有哈。对，那你觉得目前的预算规模够不够？其实科技部整个我看起来这个司长认为好像不太够。我们所以你就是在下年度的预算，你在这个人文这个社科司的方面，你要更多的预算，让司长能够做更多的这个规划，更多的施政成果。我们人文社科司的经费的确是四个司里面是最少的，不过也我用常识来判断，也应该是最少的。44亿也不算少的，也不算少。感谢委员，我跟委员说明，人文社科司的这几年经费成长率是最高的了。对，至少在任内这几年，每年我比较重视说你有没有产出，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成果。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每年的光他们的著作书籍可能就超过百册，所以现在也在请他们说，我们也许可以善用我们的机制来推荐一些不错的人文社会研究的专书给大家知道，那鼓励这些人的成果可以能见都不够，知名度不够。对对对，所以要帮我会影响到你功能的发挥嘛哈。对，所以这部分特别请林市长哈，因为你第一次来啊，请你针对你这个司里面的这些相关的工作规划做一些的说明，谢谢林市长。另外，南科管理局林局长。南科当然包括陆科，也包括未来侨科。侨科是要独立出来，还是属于南科，还是属于陆科？这个部长，目前的规划就是还是属于南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就管三个喽，管陆科，又管侨科。对，但我们所以你要以后有这个陆科管理局，竹科管了五个，所以现在就是北中南。好，那我们不管竹科了哈，南科下面有高科，对不对？高科当然有个主任，那未来侨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筹备处？报委员，还是在管理局底下，不会成立。我们筹备处现在我知道了，你有高科的这个管理处嘛？对对对。好，你南科下面有高科的中心嘛？对，就是好。对，那未来这个侨科会不会？也会，也会是筹备处嘛？对对。你总要有个团队在那边接手后面营建署一级要过来工作嘛？是，一定是。对。目标是2021要设厂招商呢，2021就是明年呢，让厂商选地，2021开始选地。那除非要同步施工，你要选地之前啊，你这个连外道路包括环评，像环评要进入二阶，对二阶，那环评工作是科技部，对不对？对。那科技部目前有没有信心？二阶环评它的门槛是很高呢，很高，所以你必须要这个请这个洪荒之力啊，洪荒之力也可能要乘以10，来加强，再加强。OK。你才能通过二阶环评，二阶环评通过之后，你才能让厂商这个选地招商啊。是。我每天都帮你巡工地啊，谢谢。好，从无到有，一草一木我都比你更熟啊。谢谢委员，那个交通部分也是委员帮忙整个。连外交通，南边有行路接大寮路哈，你要上这个国道，我也不用帮你设想，我跟交通部就争取这个冈山北冈山交流道第二交流道，这个疏解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的市场，未来往南你要接南子交流道，你往南没有任何的这个通路可以。这个连接到省道或者是这个高速公路，所以这部分啊，我有很多方案我都已经提供给你们了哈。我希望说后来未来你们要怎么样跟这个交通部或者是跟这个营建署怎么做分工？因为未来科学园区、桥头科学园区还是属于科技部嘛。好，不管连外道这个道路的问题、区内公共设施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科技部嘛，所以我觉得要加大能量，增加这个工作的团队，哈，因为这个部分是影响高雄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没问题，这个历史关键的一刻，哈，全力以赴。这个部长，你一定要从部长的角度哈高度看，每个月能够召开这个，我是三个月哈会把各部位召集，针对进度做控管的哈。我也期待说部长，你能不能你每三个月也针对侨科的目前进度执行情形呢，召集相关部会。报告，我们是两个月一次跨部会的。好，那我以后要缩小两个月。没问题。那我也要比照办理，我要两个月来办一次。好，这部分很关键哈，所以我林局长很努力哈，但是你要给他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努力，达成这个政策目标。好，谢谢。是，谢谢。好。
好，谢谢邱委员。好，接下来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好，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蔡玉委员，蔡玉委员，蔡玉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好。报告委员会，今天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关于今天会议做如下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所提书面质询或相关资料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于委员质询要求，相关单位提供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好，现在来处理临时提案。今天委员有提出临时提案，共计两案。好，宣读第一案。临时提案第一案，我鉴于晋升公司第一次试设失败，109年2月13号非属一号，至今已20天，据传将于3月13日再度树立火箭进行静态测试，4月中旬将再一次试设火箭。原此，本席要求火箭发射标案的主管机关科技部国家太空中心公开答复下列问题，并于1星期内提供本委员会委员之完善说明报告。一、据传失败的原因是4具引擎的其中之一具燃料软管爆裂，如继续发射，原定垂直发射的火箭将成为水平飞行，是将演变为重大公安危机，谁要负责？科技部必须向人民交代。二、晋升公司违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遭台东县政府连续裁罚共40万元，并勒令于109年1月31日前改善，该公司却藐视法令，逾期未改善，继续于109年2月13日试设工作。请问科技部，违法事实未获得改善，还能继续试设火箭吗？另外，科技部如何看待晋升公司将于4月中旬再次试设火箭规划？三、笑气燃料桶耐压系数标准应有1.5倍耐压，晋升公司是否达到标准？四、火箭燃烧产生的有害物质有无评估人体及环境影响？提案人高金素梅，联署人林奕华、李德维、郑正前、郑天才。宣读完毕。书面。好，有关于高金委员的提案，科技部有没有意见？是可以请委员，原则上我们当然都支持。那有几个字可能稍微修正一下，就是说那个火箭发射标案，我们并不是主管机关，应该是委托单位。那委托单位正式呢，应该是国研院国家太空中心及科技部来公开答复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可以。那个说明可能可以比较具体，就写完善书面报告，好不好？可以吗？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也是要求委托单位国研院哈，既然目前是已经违法了，请你们正式一个公文给晋升公司，违法的当下不准他在所谓的静态试射，或者是4月份传说的他要再一次试射。我请这个国研院，你们正式的在这边给我说明一下，可以吗？因为我当时要求那个太空林主任正式给一个公文给晋升公司，但是他不敢，他私底下还跟这个晋升公司延了半年的契约。没有啊。所以如果有这件事情的话，我希望院长你要处理。可以吗？可以。你在这边公开答复。是的。他已经违法了，非常的明显违法了。如果国研院不正式一个公文给晋升公司的话，或者停止他的合约的话，我想我们会追究哦。好的，我们可以吗？好的。好，我们会正式给他公文。谢谢。这个公文麻烦你们给他，以后也给我们委员会，也给我办公室。谢谢。好，临时提案第一案修正通过。好，好，第二案。第二案，请科技部配合国家太空发展政策，基于科技部作为国家科技研发之主责机关，并且科技部之施政理念为探索、发展、推广乃至商业化。又科技部陈部长认为，政府最重要的就是把法规做好，因此请科技部既所属应就太空火箭事业之发展策略、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土地使用管制、经济效益等面向，尽速研议太空火箭事业之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应配套法令，并于一个月内针对以下事项向本委员会提出报告：一、太空火箭事业之经济效益产值评估；二、研拟太空火箭事业相关配套法令之具体规划及时程。提案人吴立华，联署人黄国书、范云。宣读完毕。好，科技部有没有意见？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案子我们原则上遵照办理，但因为刚才提到太空火箭的这个部分，其实本来不是原来的计划，所以是不是允许我们改成两个月内，是不是可以？那我们有点时间来做准备，好不好？好，提案人。其实我对于高金委员的诉求哈，我都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做不合法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安全。安不安全都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主张的是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所以我非常期待说，既然我们去标榜它是一个国家的太空发展政策，我们就应该要有所作为。所以如果觉得一个月，太快是不是？两个月可以吗？因为这本来就是本来不是我们的政策啊，所以是产业要去做，所以还是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来整理这几个资料。那我是觉得对安全还有环境评估这个更目前并完全不清楚，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找国外它的案例来做评量。所以拜托委员可以给我们两个月，那我们还是两个月提出一个这个完整的书面报告。好，好，书面报告哈，两个月书面报告。好，第二案修正通过。好，如果各个提案有委员要补签，请议事人员详细登载在议事录。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部长，加油！好。对，因为是因为市民好，好，那里还有小会计，在专心签到。大伯人数不足力的，谢谢。以前我们常常都是人数不足都要去找委员，我那时候在当国卫联络人的时候，在这边吃算了，在这边吃鸡吃，在车上吃很不爽。我不认为可以，立法院是立法院，应该是不可能。如果你合约是。